好，请主任秘书报告出席委员人数。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与主法定人数。现在开始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七会起财政委员会第十七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8年5月20日星期一上午9:01至12:43，5月23日星期四上午9:00至12:18，地点本院勤贤楼九楼大礼堂，出席委员林德虎委员等14人，内席委员吴志扬委员等13人，内席官员108年5月20日星期一，财政部部长苏建荣、行政院主计总处主计长朱泽民等，5月23日星期四，财政部部长苏建荣、经济部常务次长林全能、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正茂、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俊济等主席罗召集委员明采，108年5月20日星期一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审查财政收支划分法，一、本院委员罗明采等19人拟具财政收支划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二、本院委员郑明忠等17人拟具财政收支划分法第八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三、本院委员蔡依依等18人拟具财政收支划分法第16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四、本院委员郑明忠等16人拟具财政收支划分法增订第16条之二、第37条之二及第38条之三条文草案案。五、本院委员林德虎等16人拟具财政收支划分法第30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六、本院委员刘建国等17人拟具财政收支划分法第8条、第11条及第16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经委员郑明忠、林德虎、罗明采说明提案要旨，并由财政部部长苏建荣、行政院主计总处主计长朱泽民回应委员提案后，既有委员林德虎等15人提出质询，经财政部部长苏建荣、行政院主计总处主计长朱泽民及相关人员一一答复，决议一、说明及询答完毕；二、委员质询未及答复后，请补充资讯，请财政部于1周年以书面答复委员，另要求期限者，从其所定。三、本院委员罗明采等19人拟具财政收支划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6案，另择期再审。5月23日星期四，邀请财政部部长苏建荣就参考日本、韩国、新加坡及杜拜等国之经验，推动自由贸易经济特区对税收之影响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经财政部部长苏建荣提出报告后，具有委员吴炳、既有委员赖世葆等15人提出质询，今天财政部部长苏建荣、经济部常务次长林全能、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正茂、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俊济及相关人员一一答复，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质询，请财政部于1周年以书面答复委员，另要求期限者，从其所定。通过临时提案一案，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上次议事录有无异议？没有异议，议事录确认。那请议事人员宣读今日议程。讨论事项：一、审查一、行政院函请审议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案；二、本院委员刘兆豪等17人拟具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案；二、继续审查一、本院委员王定宇等20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4条及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二、本院委员徐志荣等18人、委员惠宏泰等23人、委员陈一杰等16人、委员王玉明等18人、委员吴其明等16人、委员陈超明等19人、委员林德虎等20人、委员伊婉如等18人、委员赵天麟等18人、委员惠宏泰等17人分别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等10案。三、审查一、行政院函请审议所得税法第14条及第126条条文修正草案，本院委员邱泰炎等25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4条及第126条条文修正草案等2案。二、行政院函请审议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三、本院委员曾明忠等20人、委员张廖万坚等17人分别拟具所得税法第14条及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等2案。四、本院委员林长轴等17人、委员严宽恒等19人分别拟具所得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2案。五、本院委员徐益仁等16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4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六、本院委员刘建国等20人、委员陈廷辉等21人、委员何新存等18人、委员徐志荣等21人、委员黄昭顺等18人、委员邱义颖等16人、委员陈进明等17人及本院亲民党党团分别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等8案，宣读完毕。在进行报告及询答之前，严厉介绍在场委员以与会政府官员。曾明忠委员、刘兆豪委员、吴炳瑞委员、邱泰炎委员、费宏泰委员、林德虎委员、伊婉如委员。伊婉如是在那里吗？不是、啊。
是啊。哦，不是哦，侧面的。哦，陈怡杰委员。陈怡杰委员，太像了。头发。那一位的官员，财政部部长苏建荣，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执行秘书肖振龙，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副参事张佑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国际处处长洪中修，交通部路政司专门委员李昭贤，经济部国际贸易处报贸易局主任秘书尼克浩，经济部工业局科长林玉纯，卫生福利部长期照护师专门委员彭美琪，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师专门委员邱倩丽，行政院环境保护署专门委员徐淑子，法务部参议刘成坤。今日议程安排审查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及所得税法修正草案共两项法案29个提案，先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后，再请财政部苏部长报告并回应委员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旨，依序请刘兆豪委员做提案说明。时间三分钟。啊，谢谢主席哈，主席啊，本席还有本院17位委员提出海关进口税则部分修正条文草案哈，最主要就是本席啊提案要求将劳业进口的关税从现行的20%提高为200%哦，那这理由啊有啊以下的几点。当然，我们要提高海关税则，劳业的海关税则，有人可能会第一点就会想讲，安尼唔知影影响到咱啊这边人老朽的计数无吼？那我在这里向各位报告，因为啊台这是老朽啦吼，可能较侪人唔捌看过啦，那我给大家啊误解，因为在场可能都几乎啦吼都没有在吃槟榔哈，这个就是劳业，哦，这是老朽。它在中药材上当然可以做其他的用途，但是在目前台湾的食物上，100%都是用在做包槟榔的做配料，包槟榔用，你吃槟榔用的。好，那本席主张要把老叶的进口税则从20%提高为200%。啊，有人就烦恼讲，安尼对咱吃槟榔的朋友是不是无公平？伊吃槟榔的价钱会提高？各位，这样的疑虑是不会存在的。为什么？因为老叶我们有分大叶跟小叶，一包大叶的一斤，然后我用一斤来讲哈，每台斤可以包大叶的槟榔，可以包380颗的槟榔。那小颗的小叶的老叶，可以一斤一台斤可以包280颗的槟榔。好，按照我们这样的速率，这样的数量，你给我拿哪个？从20%为提高为200%，那现在现行我们从啊东南亚国家所进口的劳业的每公斤的报价差不多在60块左右，哦，然后换算回算成每一颗槟榔它可能影响的成本是到1.9毛到2.6毛左右。2.6毛左右啦，所以也是讲影响咱整个槟榔的整个成本价微乎其微。一只槟榔吼，上主要影响的其实是槟榔迄粒青啊价钱上悬啊。啊老朽，你甲想看麦，一斤大支的老朽会使包380粒，啊这支会使包280粒，吼，哦，啊所以就算我们把关税从20%提高为200%，它能够影响到成本是1.9毛到2.6毛左右。微乎其微啦，哦，那我本席为什么主张要把这个关税来提高？我给大家报告哈，因为我们劳业登过以来处在一个爹不疼娘不爱的一个处境啦哈，因为政府不鼓励人吃槟榔，我们不鼓励人家吃槟榔，但是我们实际上又从别的国家进口槟榔，进口劳业过来，然后我们台东以台东为例哈，
我们不止种植老叶农，种植老叶的农民，他会受到进口的影响，包括相关的卖板老叶的、烙顶的、纺产的、卖阿个咱的货运行等等，跟这个行业有关系的人口将近有20,000个人左右。啊，这20,000个人是因为进口。但进口会影响到它整体的生计。那以前的老叶这个产业，在台东这个产业，每一年呢，差不多都有3到，就是过完冷分钟的时间了，潘姐，谢谢。会进口，它会有3到4个月，它的价格会在150到200一台斤左右。啊，亚东部队一边中时的计小可能是80块、70块左右，但每一年差不多冬天的时候，它的价格会到150到200左右。啊，那亚东部队伊的生活哈过会得过，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进口，每当一台斤的价格到130块到140块左右，进口的另外影响的严重的影响到我们台东我们整体老叶产业的一个生计，所以你要分析，好，底下要来来。真的是要来麻烦大家哈，我们财政委员会还有我们立院的各位同仁，能够体恤到我们最基层的农民的啊这样的一个生活。当然啦吼，在政府的立场，咱政府既然因为健康的因素，无鼓励咱的民众来吃槟榔，那我们认为应该要立一个10年的计划，转型的计划，来辅导我们台湾的老叶农。啊，你要辅导这个产业，你袂使讲向阳回波崩价嘛。你等下辅导10年的时间，吼，10年的时间，他那生活，伊可能今仔囡仔太大学，来读小学，要栽培囡仔，用10年的时间，好加辅导，那告诉你啊，农民说啊，这个产业它要转型了，因为吃的人真，毕竟一年可能会比较少。我们用10年的时间来辅导他转业、转行，啊，你们叫话都叫过掉，咱基层的农民。好，以上啊，本席做一个啊这样的提案的说明，要拜托大家能够支持我们的老叶进口啊关税从20%提高为200%，感谢，谢谢。下一位邱泰炎委员。谢谢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本院委员邱泰炎等25人为了让薪资计算符合前开司法院释字第745号解释一纸，并兼顾租税的公平以简政便民等原则，拟具所得税法第14条第126条条文修正草案，增订与提供劳务相关且实际由所得人负担的职业专业专用服装费、进修训练费、职业上公积的支出，还有职业这个其实也是保障病人的职业责任保险，以及必要的职业团体会费，即5项特定，这个都是有一定要有一定本人的收据所以不会有忽报的现象。好，那的特定费用金额超过该册课数的者，得减负相关证明文件核实至薪资收入，减除该必要的费用，以及依有为所得数额有当请大家尽量能够支持，让这样整个对在工作专技工的人员在整个工作当中能够更投入、更安全，那在互动的当中也更有一个保险的机制在这边，何况现在。财政部也是今天我们在推一些责任的保险来保障双方，我想这个部分也是会有很帮助，我想它的金额都非常的小，但是它可以对整个专技人员的专业的尊重是有很大的帮助，请大家尽量支持，谢谢。好，下一位曾明忠委员。谢谢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本席会同相关委员24个人提出的所得税法修正草案有3个部分，第一个是第14条的有关薪资成本的计算的减除，我的提案有包括2个部分，第二个是定额减除的部分，假设是50岁以上的定额减除23万，那未满55岁的定额减除20万，因为台湾有中华民国，基本上老年人中高龄的劳动参与率非常的低，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提高中高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所以我就援引新加坡的规定了，
做这样的修正。另外有关减除核实扣除的部分，我的项目包括差旅费、油费、制装费、进修训练费，还有相关的工费等等，这是有关薪资所得费用的扣除。另外第二个部分是累积扣除我的部分，为了因应人口老化，所以有关保险费的部分，我增加长期照顾保险的保险费，希望每一年每年可以扣除6万元。另外有关特别扣除我的部分有两个部分，第二个是长照特别扣除额，那这部分早在我去年12月提出的时候了，那我的金额是希望12万，那也有排污条款，那后来行政院也认同我的想法，也调高到12万，基本上这个方向我支持。另外有关学贷特别扣除我的部分，我希望因为跟各位报告，台湾总共有80万的学生在办理学贷，那其中75%是来自私立学校，那在目前低薪情况非常严重的情况底下，真的需要给他，我们希望主张他毕业之后5年内每年给他25000块的特别课助额。因为根据报告，去年2月7号立法院通过总统公布的所得税法修正草案，完全倾向富人在减税，那其实学生特别课助额税损非常有限，所以希望这一部分我们强烈要求，也建议财政部可以接受我们的意见，谢谢。下一位张廖万坚委员不在。下一位林长佐委员不在。下一位严宽恒委员不在。下一位徐义仁委员不在。下一位刘建国委员不在。下一位陈廷辉委员不在。下一位何新存委员不在。下一位徐志龙委员不在。下一位黄昭顺委员不在。下一位邱颖委员不在。下一位陈敬明委员不在。下一位本院亲民党党团代表。主席、各位同仁，本席与亲民党团提案修正所得税法第17条增列长照特别扣除额的主要说明如下哦。首先，对于行政院终于对于多年层出不穷的长照悲歌案例做出了正面的回应，总算送出了增列长照扣除额12万的版本到立法院来，我们表示欣慰。但是相对的，这也被外界认为可能是选举红包的红利，真的是来得太晚，也实在给的太少。那本席在3年前就提案，要给有家庭失能照顾者每人每年30万的长照特别扣除额的空间，而亲民党团的党版也跟本席的提案立场是一致的。那我们都知道，台湾在去年已经迈入高龄社会，那并且在2025年将成为超高龄社会。而随着身心障碍老年人口不断的增加，抚养比率也逐渐攀升，青壮年人口的负担其实更可想而知是越来越重的。那根据目前国内适用长照服务法的失能者，我们有统计下来共有78万人来算，那光是管路耗材、营养品、尿布、棉花等等这种最基本的花费就要2万元起跳哦。那加上必须有一名家庭成员24小时在家照顾，那每月工作的损失大概就约3万元。那如果请外劳来照顾的话，每月开销要再加1.5万至2万元，花费其实是非常的惊人。那因此政院版的12万的长照特别扣除额的设计，勉强在亲民党以及本席来看是先求有的版本的话，真的期盼财政部可以在不影响国家财税
财政的情况下，能够考量包括本席及亲民党团及多位立委同仁的版本，再给家中有身心失能者或经济压力大的中低收入者有更好一点或更多一些的照顾，让他们能借由政府的帮忙而获得所谓喘息的空间，也借由从税负制度上减轻长照家庭的经济压力，进而鼓励民众能够多抚养失能亲属。那其实在台湾来说，大多是以民间家庭取代医院及医疗那个疗养院，承担起照顾长者的这个重责，其实这比例是非常的高的。那这也是为世界各国非常少见的一个状况。但是我想，这是台湾社会特有的淳朴民风，更是因为重视家庭伦理哦，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产生，那因此才让我国超过500,000需长照的国民没有流落街头，并获得生存下去的机会。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长期照护费用，其实是会造成一般家庭的沉重的这个负荷哦。那当然，媒体也多次报道，因为照顾家中失智、失能或年迈双亲或另一半身心俱疲而发生自杀、杀亲的这个悲剧。那为了减少长照这悲剧呢，本席呼吁政府实质应该要在有财力允许的情况下，能够给予超过120,000的这个抵税优惠、抵减优惠，让符合条件受惠的民众明年就可以适用扣税哦。所以在这里再请各位同仁能够给予相对支持，谢谢。好，请财政部苏部长报告行政院提案内容，并回应委员提案。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大家好。今日贵委员会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之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所得税法第14条、第126条修正草案、所得税法第17条修正草案，并案审查大案各委员会及亲民党党团拟具相关条文修正草案。本人曾有列席，自感荣幸。以下仅就简。以下仅简要报告说明，敬请指教。一、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为扩大我国与巴拉圭共和国经济合作协定效益，执行我方关税减让承诺，因应空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加速1至3期大型柴油车汰旧换新，逐步推动贸易自由化与国际接轨，以及有助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及相关贸易国家互惠谈判。本部拟具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重点如下：一、台巴经济配合台巴经济合作协定调降关税30项；二、配合环保政策增订增注规定，对于输入工制造大型柴油车用零组件，经行政院环境保护署证明属实者，免征关税。三、配合推动贸易自由化，调降15项农渔水产品及加工食品之关税税率，调降该等产品关税对于产业之影响，经产业主管机关审慎评估，本次修正草案合计税收损失2亿7327万元。另有委员提案将老业老花调升关税至税率至200%，考量其现行税率20%为我国加入 WTO 之承诺税率，本项货品受到约束，且不得任意提高其税率，建议不予调升。二、所得税法第14条、第126条修正草案。一、依司法院解释第740号解释文，所得税法关于薪资所得之计算，仅需就个人薪资收入减除薪资所得特别扣除，而不许必要费用超过法定扣除额时，得以列举或其他方式减除，以宪法第7条平等权保障意志不符。应自该解释公布之日起106年2月8日起2年内检讨修正所得税法相关规定。原本部拟具所得税法第14条、第126条修正草案，经行政院函请大院审议。修正重点：一、薪资所得计算采定额
减除或特定费用减除二折一，现金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自107年度起大幅调高为20万元，一般民众无需举证并可降低税间稽征成本，予以维持，并就部分纳税义务人赚取薪资收入之必要费用金额高于该定额者，提供减除特定费用方式，符合司法院释字第75号解释意旨。有关得举证减除费用项目，应符合以提供劳务直接相关且必要，具实质负担、重大性及共通性等四大原则，规范下列三项：一、职业专业服装费用、进修训练费用、职业上公积支出，为避免忽滥或虚报奢侈非必要支出，上开三项特定费用，每人每年减除金额以其薪资收入之3%为限。税收影响，本案预估采特定费用减除方式有70125人，税收影响介于20亿至40亿之间。答应各委员会提案说明，各委员会提案均同意维持特定额减除，与行政院版本规划相同。自薪资费用高于特定额者之特定费用减除方式及费用，委员提案均有见地，考量行政院函请审议修正版本，以兼顾租税公平、简政便民等原则，建请各位委员支持。三、所得税法第17条修正草案，因应人口结构迈向高龄化，长期照护已成为完备我国社会安全体系之关键议题之一，为配合政府推动长照政策，减轻长照需求家庭之租税负担，本部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修正草案，增订长照特别扣除额，经行政院函请大院审议修正。对，重点一，纳税义务人配偶或抚养亲属符合中央卫生福利主管机关公告需长照师身心失能者，每人每年扣除12万元。二、奠定排除适用规定，适用税率在20%以上，股利及盈余金额按28%税率分开计税，基本所得额超过670万元之申报户不得适用，使政府资源有效运用。税收影响，本案受益人约29万人，增加其等申报户可支配所得约20亿。四、答应各委员及亲民党党团提案说明，委员提案适用对象多为有长照需求之身心失能者，与行政院版规划方向相同，自扣除额度介于2.5万至36万之间。部分提案并定有排除适用规定。基于政府业投入相当资源挹注长照服务，截至108年4月底止，已挹注房地合一税、烟税、遗产及赠与税税收558亿元。若需长照身心失能民众中有50%以上为身心障碍者，加计长照扣除额12万，共可扣除32万元，且因长照支出之医药费可核实列举扣除，尚无金额的限制，可适度减轻其租税负担。行政院版本业综合考量财政收入、租税公平及税政简化等因素，以上报告说明，敬请各位委员会予指教支持，谢谢。现在开始行答，先做一下宣告。每位出席委员发言时间6分钟，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每位列席委员发言4分钟，必要得延长1分钟。上午10点截止发言登记。本次委员若有修正动议等相关提案，请急送主席台以便整理。那现依登记顺序，请第一位吴秉烈委员执行。主席，麻烦请财政部苏部长。请苏部长。吴院长，部长早哈。这个5月啊，是我们的所得税的报税月嘛？是。那今天已经是5月下旬，再过几天就5月底了。
是。那目前报税的状况如何？跟我们报告，目前我们大概我们预估大概630几万户全部了哈。目前已经申报完成申报有492万户左右啊。所以剩下的短短几天还有100多万户会申报。是。那占比大概我们目前完成占比大概78%。78%。对，所以剩下22%的申报。在这个申报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重大的争议啊？我想目前今年应该是还是算平顺了哈，就是一开始去年的所得税法有修正嘛，是，所以今年线上报税，现在很多人都用线上报税，对，网络上的线上，那网络上的线上报税现在又多了几个这个方式哈，是啊，像 Windows 啊、MSC 啊这些都可以报税，是，那它进行的效率怎么样？目前情况环境都还不错哈，只有大概少数的这个个案了哈。那目前我的了解，大部分都是采用那个线上版的申报哈。那线上版的是一定要有自然人凭证啊？是，所以可能是要先去拿一个自然人凭证。对，然后才能够在。不过目前我们了解，大概大部分都是采用健保卡的方式。健保卡就可以上去了。对，是。我觉得不错了哈，我昨天因为刚好我家就是要报税哈，所以昨天就是从这个自然人凭这边取得我们可以扣除的，有一些我还不知道我可以扣的东西也列在上面了啊。是，我觉得现在网络这个效率很好，比我们以前自己报了，搞不好我们自己报了还不知道可以列取这些扣除嘞。哦，那昨天我看到说，怎么连我去医院看了几次诊啊，那个几百块那个也在扣，那个都有记录，对，都有记录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鼓励国人多多利用，因为有一些人像我这个粗心大意的，还不知道说这些虽然金额这么小，还不知道这个可以扣。那这一次啊，承报这个网络这个报税哦，这承办的这个也是财政部所属的这个官办网络公司嘛？是。那官办网络公司这一次的服务跟两年前比起来，是不是进步非常多啊？我想官办网络公司这一次，因为我们部里面跟部我亲自督军哈，包含财政资金中心还有官办网络公司哈，他们都很配合得非常好，所以能够顺利完成。到目前为止，我想官办网络公司也感谢官办网络公司系董事长的这个努力的哈，在同仁一致协力之下，那目前完成得非常顺利。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哦，这个有人问我了，我来跟你请教。你在这个鼓励的那个扣除额的时候哈，是以前假设结婚前，这个夫跟妻他们在没有结婚前各有自己的这个鼓励的扣除额嘛？那结了婚之后，只剩下可以扣除一份吗？好，就是以家户为准啊，以家户是以家户为准。那这样子会不会就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惩罚结婚啊？因为以前两个人都单身的时候，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两个人享有各享有股息股利的啊这个扣除额嘛。我假设了啊，我这个举例了啊，假设有一个男生他有200张台积电，有一个女生他有200张台积电，啊，结果他每一年都有配很多股利嘛。是台积电每年都配很多股利啊，就他们没有结婚之前，他们以前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一份这个所得税法的这个股利所得的这个特别扣除的算法，对不对？他一个人可以8万块钱上限可以折抵税额嘛？是，结果结了婚之后变成一户，他只能够共享一个，那个这两个股利，这两个人的股利是他结婚之前就有的呢。并不是因为结婚而产生的，反而结婚了之后，他本来可以每个人可以享受一个8万块钱的这个扣除额，而且我现在结了婚之后以家户计算，他只能享受一份。那当然这样讲有点过分了，但是觉得说，那我结婚在这一方面 是被惩罚到了，这一部分你有什么看法？这是刻意的规定呢，还是漏掉的，没有修正到的？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我们在税改当时也有考量到这个国际的这个情况了哈。那么因为8万块的这个扣除哈，这个基本上大概就是他每年的这个股利所得就94万哈这样一个情况哈，所以基本上已经考量到比较横平性的一个考量。对，这个不是金额的问题，我今天跟你讲的是一个逻辑问题啊。是，因为以前曾经也有这样的案例被大法官解释违宪的哦。你要记得，你如果去查那个薪资所得的，对啊，结了婚之后，
照理来讲，结婚之后不应该使得我能够享受的租税优惠。如果说这个后面的鼓励是我结婚之后夫妻共同去取得的，那也就算了。是，现在我是讲的是结婚前夫妻就个别在单身的时候就个别享有的，啊，结果他结了婚之后被缩减，这个的确是会有产生这方面问题了哈。当然你讲那个金额很高，但是我跟你讲，我举那个例子哦，台积电如果有一个人有200张，就超过这个金额啊。事实上，他每一年的发放的鼓励到目前都蛮多的啊。所以，我跟人这样讲哦，现在的民法哦，它的民法古就原先从共同财产制，到现在原则上夫妻也走向个别财产制喽。夫妻将来的观念上面，在结婚之后，夫妻的财产不一定是共有，两个人的财产是分开的。啊，如果你现在的方式是结婚之后，他只能够共享一个扣抵额度，那这样子就有人就跟我反映说，啊，这样子我们结婚是不是使得我们能够免税的这个额度变少了？两个人加起来的免税额度变少，这个要不要再考虑看看啊？这个我了解委员的这个用意了哈，不过我跟委员说明一下，因为像分离课税28%的部分，它还是整个这样一起来算了哈，所以不管结婚之前、结婚之后，都是同样一个情况啊来看的哈，所以我们也是做一个恒明性的考量。不过委员的提案这一部分的话，我想不是提案了，我是提醒你是不是委员的这个部分的话，我想我们回去再了解，是不是再了解一下？对啊，因为我觉得在逻辑上这样，因为以前曾经有这。曾经有发生，当然不是这个鼓励的扣除额的，在别的案件上面啊，你的结婚了之后，使得他们的总扣除额减少的时候，曾经有大法官会解释说这样是不可以的哦。好，这个你们再考虑看看，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委员。下一位赖世保委员质询。谢谢主席，主席可以先请一下苏部长吗？请苏部长。廖委员早。苏部长早。你在去年的年中左右啊，就是2018年的12月中旬啊，3月17号的有一个报道啊，说你要通盘检讨扣除额的项目啊。那么你还讲了一个，在这里还跟我们几个委员有些 argue 哦，你提了两个重点，第一个你提到我们的租税负担率太低了，现在12.9%，那么你要说拉到13%以上。第二个，你提到的是说现在扣除的项目占了综合所得税76%，这个都是你讲的嘛哈。想要扩大税基，结果呢？我们看到你做的，嘴巴讲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税制优化少掉了快200亿，名模条款少了40亿，闹包法修正少掉40亿，长照扣除额按照你现在的规划，啊，十二万，很多委员都觉得少了啊，少到60亿，印花税120亿，印花税昨天的苏院长在他的脸书还特别提到了，就确定了，就是叫你买单啊！产创条例延长10年，少了三千亿啊，一年平均大概200多亿，将近300亿啊！这个部长啊，你讲了你规半机啊，你规牛车了，讲了规牛车了，做的吼做一半机都无够。而且反其向而行啊，你说要增加税基啊，结果不是的，拼命在减，所以你变成一个道道地地的苏建荣减税部长啊，你不要回应一下。嗯，跟委员报告，事实上税制优化方案是考虑到这个投资台湾，然后刺激这个这个整个经济的提升啊。那么总的税收是198亿，好，税收损失198亿，但是名模条款跟纳保法这个部分，这个不是基本上跟长照扣除的这个部分，这个都是跟民众基本生活有关的，
好、哦，那这个不是减税，好、哦，这个是跟民众基本生活有关的部分。这个就是那民众条款、哦、我就听不懂啊，你这税税就少了，不叫减税叫什么？难道叫加税？跟委员报告，难道你叫这个是加税？民谋条款的部分是因为大伙跟解释要求、啊、对, 對，所以税金还是减少啊。当然，那我们也要、啊、我们也要符合这个大伙跟解释的。难道你告诉民谋条款是加税吗？少了40亿叫加税，我就要今天宰，我们给，我们大家听到的，啊，不叫减税叫什么？你告诉我叫什么？这个就是税收少掉了，为了要管理他的这个所有的取得所得的成本嘛。啊，税收少掉了，啊，不叫减税叫什么？好，举举讲，印花税少掉120亿，有没有对？有没有对？你唔敢讲啊？你话长官规定啊，这道道地地的用钞票换选票嘛，就是一声令下，苏部长。我今天特别把你找出来，你讲的三大点，老实讲，这三大点我都给你按赞。这三大点我都给你按赞，问题是你做不啊？跟委员报告做不破行啦。事实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税租税负担率目前已经到了13.5%了。13.5%，去年年底已经到了13.5%。啊，你怎么加什么税？你都减，你加什么税？你告诉我，加什么税？好，你加了什么税？你告诉我。啊！你讲我不行，13.5%，我唔知你安那来，你今天给我，唔知。这个是实际上的统计的结果。好了，加什么税让你变13.5%？你告诉我加什么税？那我跟委员报告，事实上，当然我在去年上任的时候，对于这个所谓的扣除额的这个部分，当然我们会后续再持续再检讨。现在问你扣除额现在剩下多少？如果按照这个减下来的话，多少？我跟委员报告。多少？你告诉我多少？跟委员报告，剩24，现在剩多少？我上一次也跟委员提到过，就是未来我们会检视今年所得税申报的情况，再对扣除额做通盘的检讨。啊，我你都冇被人放炮，哇，就随便放炮，代表以前的部长做很差。你做很好，你说这个肠道这个被扣除的部分，基本上是大院各位委员也都有提出来哈、哦。那而且这个是目前针对这个政府的这个所谓的肠道政策，那么我们提出了，大家也都比较认同的这个部分，我们优先来适用。但是后续的扣除额的修正、扣除额的检讨，我并没有不做啊。啊，印花税你为什么同意121，你要买单呢？你们公司分天嘞？那印花税的部分，因为我这上个礼拜在跟委员答询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印花税在营业税一开始实施加值性营业税的时候，历来就已经有好几次讨论到，不然几次的赋税改革委员会都有讨论到印花税是不是要取消，哦，这样一个情况，哦，那这个也不是。不是这样啦，不是你说的，标准答案就很简单，因为苏贞昌院长说要取消，所以我就取消了，答案就是这样啦，我替你说了、哦、来，我们再看第二张。部长啊，小心哦，苏院长要这个礼拜四又要开一个叫做经济发展的专案会议哦，看起来又要找你，在你的身上挖肉哦，所以变成我们现在的拼经济是靠减税拼经济啊？难道只有这条路吗？我想只有这条路，减税拼经济。院长是礼拜四要召开的会议啊，我目前为止啊，基本上没有所谓再更新的减税方案。然、啊、后我们目前在做的就是，还有很多利息补贴啊，关谷顽固的利息补贴啊。这个跟我们已经不一样，跟税已经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了。好，那我必须跟委员说明的，就是说，因为面对中美贸易战的情况下，国际经济情况这个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那当然，在财政措施上面，要适当的去回应这种这个所谓的短期的这个措施嘛，所以有一个所谓相关的因应方案在这边嘛，包含我们的资金回来的这个。来了，部长，我你们跟我谁了？我没有你那些，你不必回答哈、哦。我要强调的是在这里，当你刚上任的时候，你把过去的财政部长批评得一文不值。我没有批评过去的财政部长、哦欸。你说。我没有批评。你现在委员，你不要。委员，你不要不要。你曲解。你说了、没有，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是这个意思。过去的财政部长的贡献扣除额，你说我们的扣除额占我们中国所得税76%，
那我那不是批评是什么？跟委员报告，我那个是一个事实的存。啊，现在占多少？现在占不到20啊！按照你这样减法，要看今年的所得税申报最后的结果，知道吗？按照你这个，我刚刚提的那几项都加进来，你占不到20啊！没有，要看今年所得税申报的结果才知道。我摸瓜大虾了哦，苏部长，苏部长，如果我们看到的这个扣除了占中国所得税低于24的话。怎么样？你要不要负责啊？我跟委员报告。你要不要负责啊？请问你啊。跟委员报告，这个部分当然是。你说增加税基。税改方案去年通过的税改方案嘛，所以我说。刚去考安吉，对不对？来，最后一个，最后一个，这也是你讲的啊、哦。你提到了第二个，你说研议数位经济税则，请问你网络交易课税有没有增加？我们那个跨境电商事实上是有增加的，增加多少？增加多少？跟我们公姐本店呢？跨境电商已经有大概将近好几十家都已经啊，从多少增加到多少？跟我们讲一下。已经有106家哈、啊、来涉及课税，多少钱呢、啊？多少钱呢、啊？缴纳的税额在67.5。哎，原来嘞，原来没有啊。啊，比如说106年的才4.36亿啊，目前已经67.54亿。啊，你说数位税则这个建立没有？数位税则建立？我跟委员报告，那个是媒体什么时候可以出来？我是说网络数位时代，我们对于整个税监的稽征也要透过数位的这个。我所讲的不是欧盟那种数位税啊，我是说我们在网络这个数位经济时代，我们在税监稽征上面。所以你讲的只是课，你只是课税务行政上面也。你只是课电商的税，你不是讲数位税，对吧？你讲当然我们会注意到，就整个税基透过这个所谓数位交易的方式来那个造成的这个税损的部分，我们要好，我再确定一次，你不是讲数位税，你是讲电商税，就这个意思。就是透过网络交易的部分，我们当然会去，好吧？现在会去监看啊。哦，谢谢委员。下位林德福委员咨询。谢谢主席，苏部长与会各列席官员，是不是请那个苏部长？请苏部长。委员长，部长，我请教哈、哦，华为面临世界各国围城之战，那请问财政部是不是会跟进部内所属也禁用华为的产品？我想这个是行政院啊规定的、统一的政策，统一。所以说，行政院有规定的话，我们就会好。所以说，你们就是配合行政院。是。那对于美中华为大战，你认为对于华为供应链的台厂冲击有多大？华为在这里有设，他们一年在这里采购很多哦，有多少？你有没有统计过？这个部分应该是经济部的业务的，所以是不是？但是你们应该，你们这个税收是你们在处理的啊。华为在这里一年是采购很多哦，你知道多少吗？你身为部长怎么会不知道呢？因为个别厂商我没办法去了解啊。哦，那基本上跟我们报告就是我财政部这个华为的那个部长最少有1000亿以上的，可能到达这2000亿到3000亿，你知不知道？你认为会不会有税损？有没有考量到这一点？有没有？那这个部分跟委员报告，事实上华为受到这个美国的这个禁止，那当然他在。所以说我们就跟着人家屁股跑，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去捧美国的大腿，人家也没有讲怎么样，我们就去抱美国人的大腿。委员是不是可以不用这么早下结论？第一个，这个是行政院看行政院的政策。第二个，我要跟委员报告的，就是说，美国禁止华为，那当然，他对台湾厂商的采购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嘛。那这个不是我们的那个啊，这个是因为美国禁止华为，当然我们台湾厂商的这个采购，比如说像五大，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跟着美国人跑呢？五大电信商他就不卖华为的东西啊，这个也是财政部或部长政府能够。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跟着美国人，跟人家怎么样，我们就配合怎么样？
没有自主的想法吗？因为他一年在这里采购多少，你们到底也没有去精算过，你们有没有跟经济部联络？这样处理对我们会不会产生税损？有没有去评估过？完全没有，对不对？只有一昧着啊，人家讲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走。部长，真的要去评估一下。今天行政院版的海关进口税则条文修正草案，税损约只有新台币2.1亿元。财政部关务署的解释是，这个有助于加入 CPTPP 哦的谈判。那请问 CPTPP 的前身 TPP 的时代，我们是不是也曾经有争取要加入？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加入？那个这个海关进口税则这一部分的话，基本上我们的税收大概是2亿7000多万，然后对两亿多，对。那其实这两亿多有助于我们加入 CPTPP 吗？这样就可以加入吗？我们主要是自由化的这个，因为现在 CPTPP 这个其实已经变成日本在主导嘛，是不是这样子？是，对。那其实、这个部分是不是请那个经贸谈判办公室来说明？好。请肖执行秘书，是经贸谈判吗？委员好，跟委员报告，那个考量我们目前正在积极准备参与这个区域经济整合，比如说委员所提到的 CPTPP， 所以相关的做法其实可以宣示我们加入区域经济整合的。那你认为有机会吗？机会多大？跟委员报告，我们会全力以赴。因为哈，我一直认为民进党执政以后，争取美国、日本关爱的眼神，那大家都知道，相较于目前呐、整个两岸的关系以对立的紧张之下，请问没有美国在内的 CPTPP 会比较容易加入吗？会吗？跟委员报告，我想我们会按照 CPTPP 相关的要求跟规定，其实目前已经在跟各国都在进行接洽中。因为哈、CPTPP 是以日本为首啊，那你认为是不是加入这个比较优势的时机，还是日本也有可能考量？因为日本跟中国啊，其实他们还有很多外交的关系，那这个到最后。你认为我们会不会无功而返？会不会？跟委员报告，我们都一直很积极的努力，包括国内的准备工作，包括对外。我不是唱衰，当然我是希望能够加入，但是昧于现实啊，这个我认为说，当然部长，因为两岸间对立的情势升高，中国对台湾在世界舞台的压力，只有比过去会增加，而不会减少。那部长，你认为光是税损让利两亿多、就能增加谈判的筹码吗？跟委员报告，事实上这个是显示我们经贸自由化的一个决心啦，所以这个基本上不是说税损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态度上面都。因为我认为说这个也不要太天真啦，因为外界解读这次调降关税中有几个项目是作为禁止日本福岛五县市农产品进口的一个补偿。那请问光是这几项这个产品的降税，日本会买单来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吗？跟委员报告，这个跟日本那个福岛的这个食品的进口没有关系，因为在 WTO 架构下，我们这个降税是针对所有的 WTO 会员国的这个降哈，都一起适用的。那基本上跟日本福岛的这个降这个进口的食品没有完全没有关系。部长，行政立法协调汇报上月底啊讨论海关进口税则的修正草案时，行政院秘书长李孟燕指出有两项影响：一是增加我加入 CPTPP 的筹码；二是谈判时可以有合理的关税。那请问过去 TPP 的时代，难道都没有想到这样做吗？这个部分是不是请经贸谈判办公室？有什么看法？跟委员报告 ，TPP 的时代状况跟现在也不太一样，因为那时候是以美国为主，那整个这个它转到日本，我们就机会很大，是不是？其实
这个整个状况，跟要求其实是要看每个会成员国他们每一个成员国他们的想法，所以其实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我们都要去其实哈、哦、去谈。这个不是只有贸易而已，还有很多外交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单纯啊。因为本席不是唱衰，而是忧心啊。因为民进党执政后，两岸关系冰冻，这是不争的事实哦。但是总统蔡英文在最近就职演说的时候，竟然说两岸外交很好。那试问，如果两岸外交真的很好，那为什么我们在很多世界上的舞台，台湾会受到阻挠？部长，请问你，这个两岸外交真的像总统说的那么好吗？我想总统有他总统的看法哈。那这一部分的话，基本上也不是财政部的这个所谓的权责啊。那你认为说我们这次如果这个修法还是不能加入 CPTPP， 台湾到底要继续赔税这个降税赔款，还是政府有另外有更好别的办法？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我刚才提到过，这一种降税基本上是反映出我们对于这个自由贸易的一个决心哦。那当然，这个你不可能为了要加入 CPTPP， 然后再加入之后再开始再降税，你当然要逐步的去调整你的这个税则，然后让这个国内的产业慢慢去适应。当我们加入这个 CPTPP 的时候，我们产业的适应能力就相对就比较好。我最后一个议题哈，部长，你有没有计算过？这个 CPTPP 会员国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有多少？那个有没有统计过？那到底加入后能够有多少的利益？有没有算过？这个是不是请经贸谈判办公室跟委员报告 ？CPTPP 的国家占我国出口总值约21%左右。21%，所以说未来要是说真的成为会员国，那有哪些产业会受到影响？有没有评估过？跟委员报告，我们有详细的影响评估，由各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都有做过。要是有一些冲击的产业，也是要做一些配套，做配套跟调试。哦，这个我是希望说，当然我们不是唱衰，我们是希望能够加入，但是哦，不要这个好像我们自己哦做了很多的动作，结果让人家感觉说我根本就不屑你，那个实在是哦会灰头土脸呐。谢谢。好，下一位曾明忠委员。谢谢委员。谢主席，麻烦请苏部长。请苏部长。曾委员好。部长，请教您，印花税到底要不要废除？我们是朝着院长指示的方向，不过跟委员报告了，事实上印花税我刚才提到过啊，就是不管在营业税实施加征营业税的时候，当初就有一个相关的规划啊。那历来几次的赋税改革委员会也都有提到这一点。那么最近我看也有一些学者啊都已经提出来，就是印花税的废除事实上是有其历史的背景啊。所以部长倾向废除，对不对？是，我们就按照院长的这个指示来规划。对，我相信你也会依照院长的指示去办，因为我听到风声是行政院尤其是苏院长对你不太满意哦，对你最近的表现很不满意。好，请教你，假设这120亿汇掉之后，拿什么税或者裁员怎么来弥补地方这120亿的财政收入？我想，我们就按照财政收支划分法的规定啊，那我们这个筹这个替代性的裁员，怎么筹？当然有很多种情况因为你现在财政法还没有修，那你这个120亿，基本上印花税地方的税你怎么筹？而且你不是筹一年是以后永远都要补嘞。我想问你，这裁员哪里来？跟委员报告，像这个早这个2004年的时候这个土地增值税减半课征的时候，那这个造成的税收损失，事实上也是由我们这个赋税署来编列预算补助。部长，那完全不一样，土地增值税那个减半是减征有一段时间，
那你这个部分是把它退掉，是永远，你要补到永远，你的来源在哪里？你的税源在哪里？会有问题哦，部长在哪里？你可以跟我讲清楚，你这120亿从哪里来？财划法里面规定就是弥补的替代裁员了，所以它编预算是一种方式嘛。替代？那你替代裁员在哪里？借钱来了？也不是的，不然你哪里来？你依照哪个税目来？那当然就是由这个主计总处这边哈、啊、统筹的这个去分配嘛。希望啊，你想清楚之后，虽然苏院长对你不太满意，你专业上该坚持还坚持，这第一点。另外，这一今天的所得税税法的修正草案，依照你心中或者行政院的版本，税收损失多少？委员所提到的，包含比如说像这个所谓的啊长照特别扩除额的话，我们啊提出来大概就是20亿了哈。那这个75号的话，大概40亿左右。所以整体60亿，对不对？是。所以你这一次的所得税法的修正草案，希望你控制税损在60亿左右。是。好，那另外我跟你讨教。就是我争取很久的学贷特别课除额，也就是因为台湾现在有将近80万的年轻朋友背了将近40万，每人平均大概40万左右的学贷，但因为现在低薪非常严重，所以即使他们毕业之后也要拖很久才有办法陆陆续续偿还这个学贷，所以我强力要求给予他们毕业后5年内每人25000块的学贷，部长用这样来学贷特别扣除额来协助年轻朋友，部长你支不支持？非常谢谢委员的用心了、啊。不过跟委员做一个报告哈、啊，就说因为我们在去年已经把这个所谓薪资特别扣除额已经提高到20万哈、啊，那标准扣除也提高了哈、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相对的呢啊，就说学贷的部分啊，就说已经有包含考量在内。那另外一点我要特别说明的，就说虽然啊，就说如果他真的是低薪的话，事实上在新的这个扣除额之下，基本上他也不用课到税了，因为新鲜人在这个新鲜人如果他的薪资所得是年薪是40万以下的话，那基本上他也不用缴税啊。像今年很多申报这个单身者，那么他如果有携带，那在薪资所得是3万块以下，基本上他也不用缴税，所以他的这个所谓携带特别扣除额的话，基本上他也就用不到。部长，你认为他们的平均薪资都在3万块以下吗？年所得都40万吗？所以部长。你讲的都不成道，没有，我是说单身的部分，好，单身的部分。但如果他有抚养亲属，他有抚养亲属，你讲的都不成道理了。他有抚养亲属，我本来啊，部长，我本来不讲你去年的税改了。你去年的税改，依照财政部的统计资料，一般的民众、一般的家庭，大概386万户，平均减税在11000了。但是我要跟你报告了。去年通过的税改方案是高度向富人倾斜的减税的，我念给你听，我真的看不下去。去年减税，这依照财政部试算的资料哦，减税1亿到3亿的有多少人？你知道部长？减税1亿到3亿有多少人？你知道吗？减税1亿到3亿的部长，你知道多少人？1亿到3亿的大概10个吧。对。减1亿到3亿的10个，5000万到1亿的多少？5000万到1亿的，大概13个。对，2000万到5000万的多少人？46。46，1000万到2000万的多少？大概122个人吧。对，500万到1000万的多少？有177个。177，100万到500万的多少？大概710户。177户，710户，500万到1000万的啦，对，是177户啊。那100万到500万是710户啊。部长，
这个减税看不下去啊，何况学贷给他每人20000，有高度的象征，说政府要照顾青年朋友，你学贷我给你每一年25000块的特别课助。跟委员报告了，事实上刚才委员所提到那个减税的，如果用所得相对于减税的金额来看的话，那么中低这个集聚的这个12%以下的这个20%，就是20%以下的申报户，那减税的利益大概是将近20%了哈。那么这个20%以上的减税利益只有15%，哈，这样一个情况。部长，这里我也要特别，我给你报告了。这样的减税方案呢、啊，看不下去了。我再念一次，给你听啊，也给在座的记者听啊。减1亿到3亿的10个人啊，5000万到1亿的13个人啊，2000万到5000万46个人啊，1000万到2000万的122人啊，500万到1000万的177人啊，100万到500万的710人呐、啊。那跟我这样的减税啊，部长，你还看得下去啊？你宁愿给这大户减税啦，但是就不愿意给70-80万户的学贷的学生，给他小小的减税都不愿意。不打，我跟你讲，你我绝对强力背阁你这法案。谢谢委员。好，谢谢曾委员。那下一位，请黄国昌委员质询。谢谢主席，麻烦有请部长。请部长。黄委员长。部长好，上一次质询的时候，我有说兆丰银行违反了去年所宣告的政策，然后去逼迫基层的银行员啊，必须要用信用卡去绑定了、啊、使用台湾Pay缴税款。是，那你们上个礼拜给我一个回复啊，说啊这个是兆丰银给你们的回复啊，就是纯粹鼓励了，完全没有把它列入考核。是，那兆丰银这样子的回复属实吗？是，你们确认过是属实的。对，那其他公股行库有没有强迫的情势？知不知道？我们基本上在这个平台上面是没有强迫的哈，没有。实际上面落实呢？各银行有各银行的这个方法了哈。对啊，那你们说了嘛，纯股利不考核嘛。是。那、啊、你们在平台上的决议到银行有落实吗？这我们后续还会再追踪啦。那奇怪了，我上次就已经把问题提出来了，你说你后续还会再追踪，指的是什么意思？我直接讲了哈。上次我就很怀疑说这是不是兆丰他自己下的决定，结果请部长看一下哈，这个是第一金，第一金要求银行的员工用信用卡绑定找台湾Pay缴税，每个人至少2笔，它的内容跟兆丰一模一样，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就是你们对外说的是都是鼓励。没有要求，但是竟然最起码有2家公股行库不约而同的去做了相同的要求，那这个是他们有通谋、纯虚巧合，还是财政部有另外下什么指示？跟委员报告，我们财政部完全没有下手。那这个是各公股行库。那所以啦，我就沿着我上次的基调，我愿意相信财政部。如果财政部没有下指示，但是我们公股行库的高层竟然做这件事情，财政部就要追究责任。而且哦，现在兆丰跟财政部讲的是说啊，这是误会，他们只有鼓励没有考核嘛。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金是怎么做的。这个是我上次就非常质疑的，他凭什么当总经理？然后金管会基于过一些。很让我没有办法理解的程序啊，过了就过了，过了就好好做。结果呢，这个蔡总经理、啊、
在 LINE 群组里面直接下命令，要大家利用剩余的时间努力冲刺，我们一定要达标，全行整体的达成率 45.9%、看起来好像没有怎么样嘛，但是这是第一金内部考核，副总直接跟总经理说，我们加扣分的标准全部都列出来了，这个是不是考核？这总不是鼓励了吧？如果是鼓励，没有必要搞成这个样子嘛。这个状况财政部有没有掌握？这个后续我们会去了解。好，那了解就不要只听高层的人在那边撒谎。我为什么说就不要只听高层的人在那边撒谎啊？来，这是内部的 LINE 群组啊，不仅下令啊考核，还跟基层的员工讲，没有达标的公布名单。因为这次财政部给我们台湾配绑信用卡缴税款的目标笔数极高，需要大家的帮忙，务必达标，然后要请资深副总要督办。那显然第一金的高层真的是胆大妄为啊，假传财政部的圣旨，在里面搞考核，逼迫基层的员工，没有达标的还要公告名单。部长，搞清楚到底是谁在说谎，需要多久的时间？一个礼拜好不好？跟赵峰一样，直接请第一金的董事长还有总经理来说明。我们明明就是只有鼓励没有考核啊，搞成有考核评分表，考核在内部的LINE群组里面恐吓基层同仁，没有达标要公告名单，一个礼拜够不够？可以。好，那跟我们报告。不好意思哦，我可以说明一下。你剩下的时间用书面回复就好了，因为我还有其他的议题啦。是。第二个，之前我一直在追贪污啊烟圈这件事情，我是完全没有办法容忍的。吸烟不好，大家都知道。烟圈要去防害，要去防治有关于烟害，然后鼓励大家戒烟都 OK。但是如果连烟圈都拿去污这件事情，没有人有办法容忍。好，这个是国建署他们之前所爆发的这个弊案，那我相信戒烟治疗管理中心以及国建署相关的官员，刑事侦办的程序到底还要拖多久，全民都在看。这个是属于法务部跟地检署侦查的范围，这个我都了解。好，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协助去制作这些不实的发票的厂商，他们有没有逃漏税啊的问题？我之前我也要求财政部啊进行彻查，来，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彻查的结果？这些假发票，我一张一张在质询的时候，我全部都摊出来了。你们财政部跟我要资料，我也全部都提供了。来，现在清查的结果是怎么样？跟大家说明一下。跟我们报告，就是说营业税查核的情况，然后协会销售劳务的部分。那么经过我们台北国税局查户以后啊，这个该协会呢没有涉及违章的情事哈。那么但是涉及到这个所谓的无交易事实，因为协会涉及到无交易的事实，而且取缔的厂商开立的发票是假发票的部分。我先提一下哈，现在分两个部分嘛哈。第一个部分没有交易的事实，厂商开假发票，是这个部分财政部已经查到了嘛？对。那这个部分是有行政裁罚，还是直接移送检调？移送检调，两种都有了。一部分是依据我们这个，因为他是违章事实嘛，所以我们依据行政裁罚的规定已经做处分了。那另外呢，因为涉及相关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刑事的部分我们就移送这个台北地方地方检察署来并案处理。好，我之前曾经公开点名有一家国内很有名的民调公司叫全国公信力民调公司，我那时候在这边公开质询说这种开假发票的公司啊，还取名全国公信力啊，非常的讽刺。这家有没有进行调查？这个部分我们也有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什么？跟大家说明一下。
他已经违反统一发票使用办法第9条的规定，那么我们会依据加值营业税法第48条的规定啊，依法处罚了没有？应该是北区国税局。他如何违反规定？交易的事实还没有发生，他就先开发票给人家，让人家去报账。现在财政部所查处到违法的情节是什么？跟大家说明一下。新闻报告了，因为他是设有虚开不实统一发票的情事，是在4月10号的时候已经函将相关的案情资料函送这个国建署及台湾地方法院办理。所以这个确定也有假发票吗？是，按照你们查的结果吗？是。好，我再说一次啊，吼，把纳税人的烟券拿来要做公益的使用。没有人会质疑，是，但是如果这样胡搞瞎搞，那个法律的责任一定要追究，一定要彻查到底。当然，如果说这个是最基本的哦，租税的公平正义必须要维持的一个底线，可以吗？是，好，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黄委员。那我们下一位，请施一方委员质询。主席，请一下财政部苏部长及行政院肖执行秘书。好，请苏部长跟肖执行秘书。四委员好。哎，两位好。委员好。行政院经贸办公室、谈判办公室也很少到财会来质询呢。那本席今天也会就教于两位，就是有关于我国进出口贸易现况跟未来的发展的相关议题跟你们讨论。那我们看一下，就是首先在2018年主要的国家进出口总值及排名，那排名里面中国是出口的第一名，美国是进口的第一名，那台湾分别排名在17名跟18名。那本席要请教两位的是说，在中美贸易大战了以后，对我国这些进出口商这一种大战了以后，对进出口商，它是一个危机或是一个机会，是不是请部长说明一下？跟我们报告，事实上短期之内可能会受到影响，但长期来讲，反而是可能是一个转机的，因为中美贸易战最主要还是在科技产品上面的这个问题，那像他封杀的华为，那当然会造成啊，就是说对国内厂商来讲，可能国内厂商短期之内因为是华为的供应链的一部分，可能会受到影响。可是长期来讲，对我们来讲，反而是一个所谓整个结构调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那对我们来讲，长期可能是相对比较有利的。肖执行秘书。跟委员报告，其实中美贸易战对台湾是一个是有一点这个risk， 那也是会有一点机会，所以我想我们会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尽量争取我们的机会。那举例来讲，比如说像华为，它的供应链如果被断裂，其实很多的这个机会我们看怎么去做取代，甚至它如果转换到其他的厂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在那个厂商的产品里面，我们也可以取得一席之地。好，那本席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根据你那个经贸办公室的资料里面，在我国1月份到4月份，整个在南向的部分的出口，它的出口大概减少了10%，但进口增加了2.7%，那这种在南向里面双方不对等的平衡不平衡的情况下，可不可以说明一下这原因出现在哪里？跟委员报告，谢谢委员的提醒其实我们也有注意到这个现象不过跟委员报告，其实出口我们都一直在很密切的观察，那特别是长期的趋势。要跟委员报告的是说，我们2018年比起2016年，2018年是我们新南向的第三年，那2016年是第一年，第三年比第一年新南向的这个出口增加了22%。增加22%，所以今年几个月的期间的一个变化，我们有特别注意到，那我们也会特别的去注意。不过长期的趋势看起来是增加的，所以我想我们会朝谨慎戒备恐惧，但是呢也会注意这个长期的趋势跟短期趋势，我们都会同样的一个注意以上。好，
那另外就是说，本席也观察到，从2008年到今年，那整个主要国家的那个出口值，那出口值里面哈，像香港啊，或者是新加坡，它的人口数都低于我国，但是在过去10年里面的出口值都高于我国。部长，你的看法如何？这个当然了，这个香港跟新加坡，它是一个所谓的城市港的这个情况哈、哦。那么它的就是很多都是转口的，比如说像香港的话，就是中国大陆转口的这个贸易。当然，它的出口的部分的话，当然是一部分不是真正它经济实体的一个部分，都是中国大陆的这个转口。那香港因为是在新两岸国家里面，很多都是附近的，比如说泰国啊，这个相关的国家透过它这边来转运的这个部分哈、哦，所以它的出口也不是完全是由它本身的制造业或是这个相关的这个出口，它只是一个运转运港的一个货柜转运的一个中心了哈，所以才会这样一个情况。那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有制造业实体产业在这边哈，那我们的出口大部分都是真正的是出口的一个部分。好，那我要请教一下肖执行秘书哈，你可以看到说，除了日本是衰退的以外，其他的连南韩。它都比我们还要高，那你认为这些大家的成长都比我们高的情况，那问题在哪里？跟委员报告，其实就像刚才苏部长的想法一样，香港跟新加坡它都是转口的贸易，它没有实质的产业链。那台湾是有非常坚强的产业链，特别是我们的产业聚落非常的实在。所以我们在 WEF 跟各项世界的评比，我们的产业巨头都最实在了。所以未来其实如果朝着高质化发展会更好。以上跟委员说明。好，那本席也观察到一点，我希望也提醒办公室的部分，就是这个根据我国消费的出口，以前我们一直都很重视这种科技业，比如说手机业等等，结果在近几年发现说，我们的那个手机的那个衰退达到96%了，你从上面的列表可以看到。但是电动脚踏车，或者是说隐形眼镜，或者是药妆的部分，像电动脚踏车成长了4000%，那隐形眼镜的部分300%，那另外药妆是88%哈。那以过去经济部常常要求财政部说，哎，你就用注税优惠去协助那一些产业嘛哈。结果我们发现说，过去我们辅导的产业一直在衰退中，反而现在新兴的这一些隐形眼镜，或者是电动脚踏车，或者是药妆的部分哈，到底我们对它的协助是什么？那个执行秘书。谢谢委员的提醒哦，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都非常的注意哦。那特别是在传统产业的部分，要特别的辅导。那经济部有这个创新研发辅导的平台，特别是像刚委员所提示的，像隐形眼镜，它是属于医疗器材的部分，它其实也适用生技新药条例的相关的辅导的措施。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会并同经济部共同给予这个一般的这种这个产业啊，我们给予更多的一个支持跟辅导。我想是这样子，本席最主要的执行你这一个题目是在提醒说，比如说像过去40年我们一直在辅导电动汽车，那电动汽车也提出了很多的优惠减免的方式，结果你可以从这个历史去看说，我们到底在什么时候，过去前面的40年哦，然后一直奖励它。请问一下，我们第一部的电动汽车是几年出那个把它产出来？部长，这个应该经济部来答复我。我了解，应该是易龙先出来的哈。执行秘书没关系。不，执行秘书你谈看看。这个可能经济部会更清楚啊。不过我据我所知的，跟委员报告啊，汽车产业其实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产业啊，所以我们就如同委员所提到的，我们可以找一些对台湾更有利基的产业来做努力的冲刺，对台湾。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想我们不管是在全球很激烈竞争的产业，我们想办法取得一席之地，我们也找一些对我们产业有利基的，不见得那么大，但是是有帮助的，或者是我们很有好处的这个产业，我们好好的努力看看。本席希望说，从这个表里面让办公室去记照说，这些就是高出口的值的产业，
你应该要去好好的去扶植它，不要像说以前在扶植高科技，结果它一直在衰退当中。所以我本席希望你跟那个经济部跟财政部共同去就是针对这近年来消费品出口高的这种产业哈，针对这个部分去做一个协助的计划，两个月可以吗？部长。我想主要是经济部整个产业政策还是经济部要作为主要，就跟经济部嘛，就整个吧，跟经济部还有这个协助经济部这跟谈判办公室啊，就三个单位啊。本席刚才有讲经济部了，那另外最后一个议题就是刚刚我有听到部长提到那个报税的部分哈，现在已经报了78%嘛，对，那78%在目前要不要再呼吁一下，赶快啊。赶快就是针对这个议题哈，就是报税的部分哈，赶快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对我想快速的处理啊。报税的期间啊，剩下几天了，大概5天的时间。好，那过去我们一直都在讲说那个到底报税是由哪一个人带头哈，这个税会比较省哈。那最近本席在那个地方的报纸里面看到一则消息，这则消息是说在中区的国税局云林分局里面有一位审核员，哦，因为常常被乡亲问到说是要哪一位哈，内局里面要哪一位报税比较省，结果我们那个国税局的那一个城市啊，每一次就是一堆人里面先找出这一个人，然后报一次，啊，报一次看看多少钱记起来，然后第二位又报一次，然后找多少人，大家就分次，然后十个人都要报十摆啊，啊，但是这个审核员哈，伊唔是来一个只十个。哎，资料弄开，蛋爹来对，乱一下就一个人就出来了。啊，你每一次不是告诉我，每年都在优化这个报税的程式？是我本来是在上个礼拜就想要执行部长，但是我怕说引起骚动，因为很多人会去问你那个程式到底在哪里啊。但是现在已经报税快要结束了，所以我才会执行你这个问题。这个请资讯中心回答一下好不好？来，鲍委员，但我也是今天。才听到有这样，接下来我上个礼拜有跟部长稍微提一下。那我想这个功能如果是适合大家的使用，我倒觉得我们在报税城市里面可以把这个功能来，他还有经过你们认证呢，他还经过你们那个附近邻近的稽征所去认证，你知道吗？啊，结果大家都在用，你知道吗？这个抱歉，我还不知道。部长来。委员，非常谢谢委员提出啊，我想非常谢谢这位同仁的用心了，啊，好，那。对，提供这样一个程式，它是透过 Excel， 然后提供七种不同的模型。那只要纳税人把所有相关人的资料放进去以后，那就会选择哪一个人申报抚养亲属最有利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样一个情况，未来我想这个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想未来在明年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纳进来。哈，对啊，应该要进来。你就是说，本席不是针对个案，是而是说针对这些积极认识的这些同仁，对，爱荷华港奖励啊。还有讲高嘞。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我也可以见见这位同仁哈，给他一点奖。非常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施委员。那我们下一位，请王龙章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主席，麻烦我请财政部苏部长，还有我们卫生福利部长照司的彭专门委员。好，请苏部长跟彭专委。王委员长，部长好，好。我们今天审的所得税法第17条的修正案的这个部分，哈。那有关于未来可以适用长照特别课除额的对象，是由我们卫福部来公告，对不对？在我们的设计里面，我想请问，就是说，我们卫福部现在我们预计有哪一些对象可以适用长照特别课除额？现在有规划了吗？请回答好不好？委员好，
依着那个我们现在目前的提到的是失能的个案里面来说的话，就是分着是有四类，其中的话呢，就是对不起，麻烦您大声一点，好不好？目前呢，就是总共有四类。四类。对。然后呢，最主要呢，就是我们首先呢是目前有在已经接受2.0照顾的这些个案，那另外呢就是2.0照顾从1到8级，那要在几级以上才可以适用？目前是我们初步规划是2到8级。2到8级，2级就可以，2级还不到失能的状况哎。所以你们2级就可以适用。目前初步内部规划是2到8级的。好，继续。那另外的话呢，就是目前居住在我们已经在住宿室的机构，大约有10万多人。然后第三类的住宿室的就说机构，所有人都可以适用。就是住宿室机构里面的住宿的人，事实上不一定是达到长照的标准跟要求，无论身心障碍跟老人机构都是如此嘛。所以只要住在机构里面的话，我们通通都可以适用长照特别扣除额。没有，是这样吗？不是，我们是依着是说，依着目前依着老福法住在那个身心老福法住在住宿室的机构，像譬如说是长照机构，还有养护机构，哈。那另外这里面机构住宿的人，哈，事实上不需要达到失能的状况，好，所以他不需要经过长照中心的评估吗？住宿室的机构呢，我们的做法是想说，为了要简政便民，我们现在的资料呢，在目前呢能够掌握的，就是希望在机构住宿的住民呢，它里面全部一体适用，全部通通都可以适用特别扣除额，对不对？目前是这样子。好，还有呢？那另外呢是最主要呢是可能是家庭照顾的，那在家庭照顾里面呢，可能有些部分他是身心障碍者，还有就是另外一部分就是已经有聘雇家庭看护工的。那住在家庭里面的身心障碍者，对，那他可能就是有拿我们的身心障碍手册，所以像本席也可以申请。那我有身心障碍手册，我也住在家庭里面，但是我们目前没有任何长照的需求。我们目前是说特定的身心障碍者重度跟极重度，那其他的话，像譬如说，就其他就是用80量。好，部长，卫福部这样子的规划跟设计的，就是说内容，您觉得如何？会不会过于腐烂？我想，跟委员报告，事实上，这个这样一个规划，基本上一定要一个前提条件了哈，就是说，所以他要这里面有很多人，很多都他其实会没有达到失能的情况，是，好，他没有达到就说失能的情况，对，譬如刚刚讲视觉障碍者，好，那如果目都失明的话，那基本上他就重度以上。但是在家里面就是说生活的非常多的视觉障碍者，事实上是有自我照顾的能力。是，跟我们报告，事实上卫福部这边应该是这样讲，就是他如果经诊断是身心失能，那有长照的需要的时候，那他才能适用到我们这个特别扣除额啊这样一个规划。所以以刚刚卫福部的长照师的这样子的，就是说说明，你也不能同意，对不对？对，对。那这样，他刚才委员提到的这个住宿在长照机构的，他也要经过评估是失能的，因为住宿在长照机构也可能是养这个养护，养护，对，然后收入等等的情况。其实，在身心障碍机构跟老人机构里面的话，有一部分的受养护的人，事实上是不需要的照护的，一定要经评估身心失能才可以。好，我再想请教，进一步请教，就是说部长，好，周梦圆请回坐，好不好？我们在那部长很清楚，在学理上，免税额的功能是为了维持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支出，是，所以这里面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法强调的基本生活支出不得课税的权利。是，那扣除额的功能是进一步考量纳税者获取所得它的必要的成本。是，好，但
但是在我们的特别扣除额的设计其实比较复杂，对，我们除了财产交易损失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最多再加上储蓄投资特别扣除额，这三项是跟获取所得的必要成本直接相关以外，好，其他包括教育学费特别扣除额、身心障碍特别扣除、幼儿学前教育扣除这三项，还有我们今天要谈的特别长照特别扣除额，都和获取所得的必要支出事实上是没有关系的，是好，而是属于就是说这样来看，就是说政府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的政策目的啊。这个从这样子的制度来看，好，我们特别扣除额项目中有一半以上和免税额的功能重叠，部长你觉得呢？那这一部分的话，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免税额每人只有88,000了，然后在这个所谓70岁以上再加倍哈，132,000，对，加0.5倍，加50%啊，没有。那我们考量到比如说状况比较特殊的，比如说幼儿哦，或是这个所谓今天要提到的长照的这个部分，我们额外给予一个扣除额。那主要的目的说，因为这边他们的这个基本生活的需求可能相对比较高一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给予一个特别的扣除。所以这几个的性质有点类似这个所谓的。部长，我们这样来看哈，就是近年来我们的扣除总额，就是免税额加上扣除额的这个部分，是占总所得的比重将近到60%了。是，好，就是说等于有60%的收入。好，我们说纳税人的这个部分有60%的收入，事实上是不用课税，这个高于日本的50%啊，是。那美国只有34%，是。那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的话，我们的税负依存度好不容易在106年达到79%，哦，是。那然后创下15年来的新高。那对未来来看的话，我们无论在税收收入、在税负依存度等等的这些，还乃至于就是说在我们的税基的这个部分，依照我们目前，当然不是因为长照特别扣除额。好，就长远的，就是说，这个部分来可预期的未来来看的话，我们的财政是不是会持续恶化？我想这个后续还要再观察的哦。那当然，财政部这边基本上我们也注意到，刚才有人执行到这个所谓社会经济情况的时代的时候，那很多交易都没有透过这个实体交易，而是透过网络的交易哈，这样一个情况。部长，当然这里面的话要看我们这个月的报税结果，是好，在未来的一两个月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就是所得税申报的结果就可以知道它的结果是如何。这4000多亿的，就是说税收占我们所有税收里面第二大的，就是说税收它实际的就是说情况。我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您了，好，我们在肠道特别扣除额未来是不是会比照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也列入基本生活费用的比较基础？这个我们目前还在评估当中了哈，这个所以未来会不会？目前是没有了，目前是没有。就是说，目前的就是说情况没有嘛。我们在107年度的施行，纳保法施行细则把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排除在对基本生活费用的比较基础。是，好，但是我们把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事实上是列入基本生活费用的比较基础。对，那这两者应该是近似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未来在这一个部分的话会不会有联动，会不会有影响？事实上我想部里面应该在政策规划的时候一并来做思考。当然我们会并同来考量。好，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的话也提醒部里面在这一个部分的话要同样的就是说并同来思考。是，那这样子的就是说它的影响就不单单只是在于我们的肠道扣除额的情况跟结果，还有这个基本生活费的部分也会影响。好，谢谢。好，谢谢委员。下一位议员卢委员质询。主席好，有请苏部长。请苏部长。委员好，苏部长好，就说最近大家报税都非常有感，
其实我在四月一号的时候就有质询，就是有关这一次的网络报税吼，那一定要尽量的不要有失误哦，然后让大家觉得顺畅。也特别感谢苏部长哦，这是作证，然后让这一次报税其实好，大家观感都非常的好。除了报税第一天稍微有点小突锤啦，但是大部分还不错啦，这样子。所以先谢谢部长帮忙。谢谢委员。那另外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一次报税大家非常有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过去，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我们做了一个税制的优化。换句话讲，有这个单身、双薪家庭或者是四口家庭，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减税，其实都非常的有感觉。那另外最近这个苏部长。苏院长他也宣布了我们刚通过的这个货物税的三读修正哈，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不起，其实所以我觉得说，很多人开始担心说我们是不是减税减太多了哈，那根据这个你们的所得税制优化方案的一个报告。最近你们预估可能会导致重所税减收创下五年来新低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但是我想这个减税其实是为了要能够增加台湾的经济竞争力，其实我们是为了要拼经济哈，所以我想要再跟苏部长进一步想请教，因为刚刚有一个委员就一直在质疑苏部长，就减税加了什么税哦，虽然说加什么税我自己知道，譬如说这个企业税，企业的营所税17%到20%嘛，对不对？这个、对，这个是整个税制优化方案里面的一部分。是，所以不能说只看减税这部分。重点是说我们在减税推动经济的部分，是为了扩大税基嘛。所以最重要是看未来，我们因为经济结构改革而做的减税，到底未来我们会增加什么税收，这才是最重要的。是是，就像我们最近在推这个境外资金要回台的一个方案。光是这个境外这长期以来在海外的资金回来台湾，根据财政部的估算，然后最好的一个表现可能8900亿回来台湾，是，那就会有上千亿的这个税收会产生，可能预估大概是将近600多亿吧，600多亿的税收会产生哈。对，那重点是这个税收不只是这600多亿，它如果导入实体投资，马上实体投资带动的经济的这个营所税啊这些哈。就会再增加我们国库收入。如果他如果能够增加雇用员工的话，那相关的这个薪资所得的成长也会成长，相对成长，那所得税也会有一部分回来。对，所以他不只是有进来的时候我们抽的税，然后第二笔税就是投入实体经济的这些创造的税负，还有第三笔是说，假设如果他要移转给他的第二代，他的遗赠税，所以是有三笔的税收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只是看原本的蛋糕，只会觉得蛋糕会越分越小。但事实上我们这个税收是为了要刺激我们的税基成长的，好，这个减税的功能主要在这部分。所以接下来我就想要请教一下苏部长，就说好，这个我们现在台湾的经济之前蔡总统提到这个轻税减政嘛，来刺激经济成长，那我们台湾经济动能即将可能要先蹲后跳，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未来我们的税收也有同步有机会先蹲后跳这样的成长？我想这个短期之内面对这个，因为中美贸易的战争啊，那当然会短期之内我们的出口会受到影响，那这一部分的话当然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税收的这个情况哦。但是如果用一个比较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事实上也因为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我们产业的这个升级或是产业结构的调整，那反而相对是对我们是相对比较有利的。那适时的推出这个所谓的相关的政策诱因，让企业愿意投资啊，那让产业能够顺利的转型，那基本上呢，这个对未来的这个整个税源的培养，我想应该会相对比较有利的一个情况。是，其实不只是说财税是这样子啊，就我理解，有很多企业在景气寒冬的时候，因为做了财务的规划，他不敢投资，以至于未来他就失去了他的市场的主导权。也是一样，我们这次的税收就是希望说能够在这次中美贸易大战能够来调节我们台湾产业的体质，促进产业升级嘛，所以产创条例才会延长10年嘛，对不对？是是，但是对，来跟讲，其中有一些可是时间更短了、啊，那个像这个所谓智慧机械跟5G的部分，哈、哦，那个都有时间的限制，那个期间不只是可能不到10年哈、哦，大概3+1年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那个时间是有一个限定的哦。
是，所以我想问，就是说我们带动这样子的产业升级的话，未来这样产业升级的经济成长的果实，会不会反映在我们的税收上面？我想当然会了。如果说如果它能够刺激厂商的这个投资，然后也带动它的这个是个获利，那当然增加这个雇用员工的雇用，那当然这一部分当然就相对就反映在这个所得上面，那税收就所得税就会成长，那所得的增加，消费当然也会相对的增加，那在消费税的部分，当然也会有一部分的会增加。对，因为我们也是刺激消费成长嘛，对啊，因为你这次减税很多是落在这些这个。租税处负担力比较高的一些工作者身上，这是降税让他们能够感受到好、这个比较轻松的感觉，能够刺激他们的消费增加，也是可以刺激我们税收成长哈、那我想问说，那如果未来这个税收能够成长的话，部长你觉得这个是一个短期的效应还是长期的效应？我想我这一部分的话，当然这个我们希望是一个长期的效益的，因为这个。台湾的整体经济结构面临到一些问题，那如果透过这样一个转型，能够让整体经济结构转好，那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好转以后，那当然税收也会跟着相对会增加。那另外刚刚我也比较担心说，因为这几年很可能会我们的税收裁员会比较少，但是我们看的是长期的效应嘛，但是支出会增加的问题，会不会有可能导致编不出预算？那部长你打算避免如何避免这些问题？那当然，这个收入跟支出必须并同来考量了。那短期之内，也许税收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可能会有一些短少哈。但如果这个预算的部分，比如说像107年，我们原先有预算是有赤字的，可是实际的结果是有盈余。那108年的部分。也是原先是有赤字的啊，但是未来的情况就要看年底的一个情况。那109年的情况，我们预估也是有一个赤字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实际的情况还是要看实际执行的结果哈。好，那再请教，就是说我们今天也在讨论哈，要不要再新增所得税的扣除额，包含长照嘛？那我们在新增不同的扣除额的时候，部长你有考虑减少或降低某些扣除额吗？当然，这个我想我就任的时候，当时我就提到过，就是说这个整个中所税的部分哈、未来在扣除额的部分要做一个通盘性的检讨哈、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未来一定会做了哈、就是在这一次所得税申报完毕以后，我们会做一个通盘性的检讨。那大概什么时候这个通盘性检讨这个出来？我想大概明年才。大概就明年才会提出来哈，如果有结果的话，应该明年才会提出来。好，谢谢部长，谢谢委员。下一位郭正亮委员质询。麻烦请苏部长，请苏部长。郭委员好，苏部长这个。5月23号啊，中国财政部突然宣布，机体电路设计、软体企业2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啊。是。那第3年到第5年是减半，就是25%变成12.5%，然后可以追溯到2018年的年底啊。是。他们这个财政部这样就宣布了，那我们财政部有没有这样的紧急权力啊？做降税，我们没有办法。你们没有这种权利，一定要大院通过，一定要通过立法院。是，所以通过我们这边没有效，那我们的企业也就挂了嘛，就这样。是，所有的这个减税法案，这个所有的租税法定原则，因为这个中国财政部就宣布了，然后就立刻实施了。对，所有的减税法案有这样的政府一定要经过立法院，真好，大院同意。你很羡慕哈。是。不过苏部长，我跟你提一下哈。那个我们经济部长沈部长他也估计了华为相关产业在台湾的采购额啊，他说总共的采购金额是121亿美元哦。那我透过经济部去了解实际的状况啊，经过资策会 MIC 给的资料，
大概有60亿美元是在大陆，60亿美元是在台湾哦。是。那60美在大陆的部分是手机跟关键零组件，还有网通设备啊。那台湾在台湾本地生产大概只有不到10%啦，是。可是其他有关半导体的部分啊，几乎都在台湾生产。是。也就是说，华为在台湾的采购金额高达60亿美元到65亿美元之间哦，也就是相当于台币2000亿啊。是。哦，这是经济部给的数字啊。那我的意思是说，中国财政部迅速的就因应中美贸易战，提出它的减税措施了啊。那台湾财政部有没有这种想法？就如果华为就明显的它就是被打的目标嘛？是。哦，我认为啦，因为如果扯到科技战，坦白讲会比贸易战还要严重了。对。而且它也被锁定了。对。而且是川普动用紧急权力所锁定的目标，是已经几乎列举到跟叙利亚、伊朗在同级了啦啊。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联动到台湾的采购啊，我们他在台湾华为采购就有将近2000亿台币啊。那财政部有没有想过要因应这些企业可能遭受的冲击，给予部分的租税上的一些减免？目前是没有。你们目前是没有嘛？是。那经济部也都还没跟你提嘛？没有。那我们经济部反应很慢，因为中国是5月23号啊。今天是5月28了嘛，哦，我是觉得这个议题恐怕你也要放在心里面了，因为中国已经干了。那我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就联动到我们整个税制调整的你的逻辑是什么？哦，比如说，中国财政部就认为这个很重要，他就立刻宣布，立刻实施。那因为我们体制不同嘛，啊，可是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重不重要？就华为产业链在台湾的采购金额高达2000亿台币，那如果因为它大量减产，比如说有人说，如果谷歌抵制华为，那它海外手机啊可能会大量受到冲击啊，那它的海外手机一般估计是1亿只啊，是，1亿只，那这个一定会牵涉到对台湾的采购嘛啊，因为。如果你认为这个问题相对没有那么急迫，啊，可是相对上你却觉得印花税很急迫，我不知道这个逻辑何在了。因为印花税我们知道是随着凭证课征哦，它课税的行政成本是很低的，是。那你们现在突然之间考虑说，印花税121亿可以来取消，那对于这个。明摆在眼前，华为的供应链就要被冲击的这些企业，你却相对认为减税没有那么急迫，那这个逻辑何在？我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按照产业创新条例，事实上这些产业基本上也都享受产业创新条例相关的减税的优惠了。我那个所有相关企业都有了。那平常那他们是碰到了特殊问题嘛？对不对？那平常就有的，好，哦，那。当然了，这一部分，哦，我们没办法对个别产业做特别的考量了。对，因为这个在促进产业升级条例里面，因为个别产业或是不是，你刚刚讲那句话，你也要收回去哦。是，财政部不一定不针对特别产业做特殊处理哦。我们的货物税、我们的海关税则的修正都是针对特定产业哦，所以事实上是有的。是，重点是你认不认为重要。对不对？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什么叫急迫？坦白讲，我就预期到在野党今天一定会提出这个质疑了，因为你今天扯到了列举扣除额啊，那立委的版本就一大堆了，那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啊，那哪一个重要，哪一个优先啊？那一定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吗？不是吗？是，当然。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个说明嘛，说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那个？是，啊。那你要有答案啊，不然下午就要逐条了，不是吗？哦，对，当然啊，当然这个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个长照特别扣除，也是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是所有委员哈，啊，比较有共识的部分嘛。哦，所以你认为这个最重要嘛？对啊，啊，就是而且就是因为你认为印花税地方政府有共识吗？
那个中央有承诺说印花税少征的部分他要透过中央预算来补足吗？我们依据这个财政收支划分法的规范，哈，就基本上就是要做了，哈，就是要补足这个相关的财源，哈。所以如果他少征，中央就会补足，是不是？是，透过编预算的方式来补足。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那编预算只是其中的一种。所以你等于就是说，你保证一定会补足就是了啦。那按照财政收支划分法的规范，应该是如此了。对，不会让他少收了。是啊，还有刚才啊。虽然我们曾委员提出那个议题也是有意义的啦，不过啊，这个就是你要做广泛的说明啦，因为赚钱多的人减税一定多嘛，哦，那问题就是说，你这次的修改里面，赚钱多的人他是不是有其他的地方也被征到更多税，而不是你只就所得税的部分，哦，比如说这些人可能都是公司的老板，那也许他的未分配盈余这是要课税，他就有被课到。我的意思是说，财政部可能这些资料要做汇整。不过跟我们报告了，事实上刚才曾委员所提到这个就是适用45%的这些人。对，我知道。事实上，他们缴的税哈，大概中所税里面他们缴的1/3都是由他们贡献的。哇，可是总的来讲，他绝对金额一定减得更多嘛？绝对金额是比较多，但是用比例来看的话，他们并没有比较多了。所以主要的税还是这些人在缴嘛，1/3嘛。是是。而且这一些人很可能也是公司的老板了，我的意思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可能要做一点勾稽啊，说事实上我们不是只就45%降到40%让他得到好处了，是，那事实上也在别的地方，他们也有可能就是取消2税合一，然后这个未分配盈余加征，我觉得你可能这样说明会比较有说服力，然后营所税加征的20%，这几项就是都是增加他的负担，就这些人有多少人是公司的老板，你可能要做这样的说明会比较好了，好不好？谢谢，谢谢委员。报告委员会，是陈赖素梅委员执行完毕后休息5分钟，下一位惠宏泰委员执行。好，谢谢主席。主席帮我请一下财政部苏部长，请苏部长。哎，我们今天好，等一下，我们今天剩6分钟啊。哦，不是，原来不是都8分钟吗？哦，好，那我话比较多，所以时间不要按铃哈。那个部长，今天大家很多人关心啊，这个印花税啊，请教一下苏院长是在什么场合下提到要把印花税取消的？在什么场合？应该是工商早餐会的时候。你当时有没有参加？是，我有在场。还有哪几位部长参加？包含经济部长。经济部长、财政部长，你们两个是主要的啊。诸位，苏院长在工商界研会的不是在工商协进会讨好这些企业主，真的是讨好这些企业主，开大家的钱的大门，尽管搬吧，100亿、120亿随便你要，随便你给，统统不收了，摆明了就是只替有钱人在设想，讲难听点叫无耻。还好你讲的话还不错，要研究。可是我最近看到你又开始软了，哦，中央补贴不会影响到财政纪律，请问你中央的大饼有增加吗？有没有？部长，你现在有没有立刻有增加120亿的一个计划？有没有？没有。饼没有这，你这个铺就是那么大。先跟你讲，我的饼就是那么大，砍掉120亿，这120亿怎么来？出政商你付吗？蔡英文你给吗？这些人呢，只会买票，只会讨好有钱人的朋友。刚才，我们提到去年税改的时候。曾铭宗委员讲了，你这个税改了不起的税改，当时用一个什么大帽子？蔡英文说，他的朋友说，
我征所税不征交税，我们这个鼓励内外税之税率不一样，是他心中的痛。我现在知道他为哪几个人痛，为了23个人痛，缺少1亿到13亿的有10个人，5000万到1亿的13个人，他只替这23个人想。蔡英文，你知不知道台湾有多少人啊？台湾有2300万人，不是只有23人，可耻可恶！蔡英文，你心中只有你有钱的朋友，苏贞昌又搞了这个东西，有钱的朋友一省就省120亿。部长，我请教一下，你要修改什么？你要修改哈、啊，这个，你一定要修改这个印花税的法嘛，哈、啊，不会让你过的，一定要经过大院同意。我不会让你过的啦，苏贞昌，我讲3遍，你脑袋里只有有钱人，你好意思吗？蔡英文，你脑袋里只有23个人，23个有钱人，你好意思吗？你们民进党的官还为虎作伥，我原来还有点夸奖你，其实但是媒体就有报道了，你还不愿意说回去检讨。苏贞昌马上就很不高兴，不客气地说，那么一点钱有什么了不起，类似讲的。我把他的话具体念完给你听，苏贞昌忍不住地说，地方没钱还不是要向中央要钱，100亿的话中央可以扛啊。是苏贞昌出吗？部长，是苏贞昌苏院长出吗？是不是还是由中央政府的总理？当然是嘛，苏贞昌以为他是皇帝啊，钱是他出啊。部长，再请教一下哈，这个印花税主要是有什么，在哪边用到印花税？我想几个银钱收据，还有这个所谓的租赁的契约的哈，还有买卖这个动产的契约等等这些。主要这三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这个承揽的契约哈。好，承揽的契约是4个，请问一下李署长，告诉我这4样各全国每年各征收了多少钱？可不可以来说一下？我有资料，但是。那个拜托时间暂停一下来，把搞清楚来念给我听。个税，印花税的税源，不是其他各个项目。我让他念。哦，对，对不起，委员。来念给我听。我报告一下，那主要是来自于承揽器具的部分，大概是24亿左右。那占了大概将近20%，另外还有就是银钱收据的部分，大概占了21%。那另外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部分，财产器具，好，就是不动产交割的器具，大概占了16%。那剩下的部分大概是18%左右。很明显的嘛，就是为那三种的行业的。那些人一定去跟林博士大声讲，叫林博峰，工商协进会的理事长，麻烦这些理事长啊，看看我们的庶民，不要造成贫富悬殊。麻烦这些理事长，你是企业主，你有办法的人，可以通通都可以通天。看看我们没有饭吃不饱的这些人，买不起房子的这些人。对，哎，我们现在从蔡英文到苏贞昌，眼睛里面只有有钱人，好意思吗？这样子的政，这样子的政党，必垮无疑。我也奉劝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不要被他拖垮。只有120亿，他们讲的很简单，只有120亿，120亿可以养活多少人呐？真的，当了总统，当了院长以后。老百姓管你的死活，老百姓什么了不起？视为寇仇，视为草芥，有钱人才是朋友，好意思吗？
像你，我们今天要谈长照，长照你怎么算？躺在床上的人，人都会老，老了以后都有可能会躺在床上，类似植物人，需要人照顾，一个月10000块够吗？我们可以把这个对象定义得很清楚，我们就是要照顾这些人，这些人大概都是我们的父母，人比较多，还有一些重度智障，需要人照顾的，替这些人想一想嘛，替这些人想一想，1年60亿而已啊，用俗称上讲的话，60亿而已，跟120亿差多少？120亿大部分的有钱人我要，60亿不给，这是什么政府？这个政府就暴政的政府，不垮才怪。委员，我可以说明一下吗？也不要说了，我跟你讲啊，你们的政策都是逆天而行，都是让老百姓看到你们是可恶的地方。真的，我在这边呼吁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要认清事实。还有你们的海关的税则，我才发现利用秘鲁啊，然后夹带了你们第3章、第7章、第8章、第17章、第19章、第21章、第27章、第84章就护航的免谈。好，谢谢。下一位陈代素美委员质询。主席，请财政部苏部长。请苏部长。陈委员好。我们财政部去年5月公布纳税义务人列报抚养孙子女之教育学费特别扣除额以及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适用的规定的函释，我想请问部长，为什么提出这个函释？可以帮助哪些人？因为最主要是因为他就是因为民法就父母死亡、失踪、长期受刑或是宣告停权等情形的话，那都不能行使负担对于子女的这个义务权利啊。那但是呢，由这个所谓的祖父母或是这个曾祖父母这样抚养的一个情况下呢，那实际上他有负担，但是我们考量他这个实际的负担，所以发的这个函，就是说这个部分，当然我们有比较严谨的一个规范，就是说他一定要符合特定的这个条件，他一定要符合这几项规定嘛，对不对？对。那这个函是确实可以帮助到隔代家庭，但本席哈要先说结论，这个函释所照顾到的隔代家庭过于苛刻、狭隘以及消极，我觉得需要重新被检讨。部长，您认为呢？因为我们目前我们的这个函释里面所提到的哈，事实上是主要是有一个事实抚养的一个事实，而且要符合这些条件才可以的。事实就可以，可是你的事实只限于这几样啊。那您认为隔代家庭的定义是什么？现在大概有几户您知道吗？这个当然这个部分有不同的这个所谓的定义的，像主计总处它的这个定义就比较隔代教养就比较宽松的一个情况啊。它的比较宽松嘛。是。那主计总处统计我看一下资料，隔代家庭2016年是95904户，相较于10年增加了15300多户，涨幅是19%。如果与20年前相比的话，更是增加了34000多户，增幅超过1倍。那么，部长，财政部的函释有没有完整照顾到主计总处所统计的96000户的隔代家庭？我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我们的因为我们的条件比较严格，然后事实上没有完全涵盖到主计总处这边的这个。那你有初步大概根据主计总处这个90000多户，你们适用的大概几户左右？因为主计总处它是为了要统计上的方便，它是以祖父母跟未婚子女同户，但是没有以父母同一户
的条件来认定啊，就是说他祖父母跟未婚的孙子女同户的哈，就是只要同户，但是没有跟父母同一户，他就认定是隔代交往的情况。那因此，依照财政部的函释，是无法完全照顾到总计总数所统计的这个96000户的隔代家庭了、啊。这样子公平吗？合理吗？跟委员报告，事实上，统计总数因为他的条件比较宽松了哈，只要跟孙子女跟祖父母住在一起，那没有跟父母同住，那有时候他只是为了要学区的关系，为了要长辈的服照顾方便而已嘛。对，但是实际上还是由父母来抚养的情况哈、哦，这个情况当然就不能是。那如果万一这些是确定是由祖父母来抚养的呢？有些父母因为离婚，或者是再婚，或者是他们有一些特殊的因素。而没有办法照顾这些子女，那确实也是由祖父母来照顾的时候，那祖父母呢要负担照顾他孙子的一个这么重的一个压力，那么呢又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扣除额，这对祖父母来讲是公平的吗？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部分，我们的条件大概就有死亡、失踪、长期服刑或宣告对嘛？侵权，你刚刚已经讲了嘛？就限于这些嘛？那这些是很极少数吧？对，你有统计过大概多少？但是委员刚才所提到，比如说离婚的话，也许他实际上可能是由跟祖父母住在一起，可是实际的经济来源还是由父亲或母亲单方面来负责的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在申报所得税的时候，还是由他的父亲或母亲这一部分呢。其实本席认为，财政部的函释有很大的不公平。那卫福部社家署在2017年公布关于隔代家庭的研究案，其中两个统计数字都可以证明财政部的函释所扩及的范围是非常的狭隘。那么刚刚讲的父母无能力抚养。就是坐牢、生重病或失业，占隔代家庭的24.95%。那么父母死亡占隔代家庭的5.5%。若根据财政部的函释，代表将近有70%隔代家庭的爷爷奶奶有抚养孙子女的事实，却被排除在外。那根据另外一个数据，隔代家庭的爷爷奶奶其实有高达81.42%是没有其孙子女的监护权。其实换句话说，这些孙子女的监护权大多数仍然在孩子的爸妈身上，没有所谓的父母死亡、失踪或宣告其停止亲权的事情，当然就不能够免除这个特别扣除额了哈。那么财政部推出函释的利益良善，但是社家署研究案显示，许多有抚养事实的隔代家庭，却绝大多数无法适用此函释。此函释明显与社会脱节及与大法官释字597号的解释“量能科税及平等原则”而相违背。部长，您怎么看？有没有检讨的修正的一个空间？我想这部分的话，因为涉及到抚养事实的认定的问题的哈，那即使是跟父母亲没有同住，跟祖父母同住，那是不是他有真正抚养事实的认定？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也要特别去了解，就是说，当然有一些弱势的家庭也有可能这样一个情况哈，所以这两项。在现行的这个情况下，是不是有需要再进一步来扩大？哦，这个当然是必须要审慎去评估的啦。那么，为了照顾所有的隔代家庭，本席已提案修正，将教育扣除额跟幼儿学前扣除额的适用范围扩及到具抚养事实之直系卑亲属，并授权财政部订定具抚养事实之判定方法。财政部不知道您对本席的提案什么看法？我想我们都尊重委员的提案了，那但是真正经济弱势的家庭，因为可能没有办法缴税哈，而且他的税务可能也没有可能很低，或是他没有办法这个他的收益可能有限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想这一部分的话，我们还是尊重这个委员的提案权哈。那今天委员会排审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
主要是聚集在长照扣除额。那么为了要减轻年轻人照顾长者的一个负担，长照扣除额当然很重要，那本席也表示支持。那根据主计总处的一个统计，隔代家庭逐渐的增加，而卫福部研究也显示有太多被忽略没有照顾到的隔代家庭，帮助年轻人减轻长照的一个负担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协助隔代教养家庭减轻照顾孙子女的负担也是一样的重要啊。那你两相比较之下，你就是年轻人就是要照顾，那减轻他照顾长辈，那相对于照顾这些长辈因为特殊的需要而照顾这些隔代的一个孙子女，他们的负担难道不是一种负担吗？年轻人还有很多还有工作努力工作赚钱的一个机会，反观这些祖父母，他们有些甚至工作赚钱的能力都还很低甚至于做一些保全啊或者是回收的一个事情，那这些而要负担这些孙子女，那他们这些减轻负担的需要不是也是很重要吗？是，谢谢委员。我想委员的提案我们会审慎来评估的。今天没有帮本席的那个提案并入审查了哈，本席觉得很遗憾，但本席在这边也要求财政部制定政策一定要符合社会的一个现况，更要接地气。我想请问部长，您是不是一个接地气的部长？有时候租税因为顾及到财政的健全，有时候也不能太过接地气了。不能太过接地气，我的天哪！部长，您的意思是说，如果要接地气，你的部长这个工作会做不好，是这样的意思吗？没有，因为还是要顾及财政的健全的。所以这个要两个部分都要兼顾，所以你都要相当的为难的，会很纠结就对了，很想照顾很多的人。那我想呢，修正这个函是过于狭隘、苛刻、消极的适用范围，照顾到扩大照顾到很多的隔代教养，我想这也是非常重要了哈。那您刚刚也已经跟我本席有提到可能会有困难，那我很遗憾部长不愿意做出承诺哈。那是不是呢？我在这边也要跟部长来报告，希望呢继续回去哈做一个评估。那两周之内给我一个评估报告，这样可以吗？可以。好，谢谢。谢谢委员。现在休息五分钟。
好，我们继续开会。下一位吴志扬委员不在。下一位蔡毅委员质询。谢谢主席。那我们是不是有请这个财政部苏部长？谢谢苏部长。蔡委员好，部长好。部长，我先请教你哈，就是说，如果站在我们财政部的立场，那所谓的一个盈利事业的一个所得税，如果是增加的话，转那这个课税义务人他把它转嫁给消费者，好、哦，这个税的部分，你赞成这件事吗？这个基本上，因为以往传统的观点认为盈利事业所得税是没办法转嫁，但是现在实际上来讲是有可能，实际上是会发生嘛，对不对？啊、对，所以你所以那我在问的话就是说，那如果这个盈利事业所得税涨了幅度，那纳税义务人把它转嫁到消费者，那如果他借用这样的机会，他涨的他转嫁给消费者负担的部分额外还增加了，那你赞成这件事吗？但因为他转嫁给消费者的时候，事实上他价格调升嘛，哈，调升就表示他的收入，那他调升的范围远大于。远大于事实上他要课税的一个负担的一个，他的收入增加，不管他怎么样，就是他收入增加，那如果他费用没有相对增加的话，那就是他的所得就会增加、哦、所以他所得税会跟着等比例的增加了。会哦，你说所得增加，所以他如果费用不增加嘛，对，但是消费者，你都按那消费者是最后的冤大头啊，对，他就是面对就是说 哦，就是最后的涨价。好，我要跟你讲这件事的就是，部长你跟我生手游。没有，你没有在玩，对，所以你对于手游现在里面的价格上升这件事情，你可能无感。我不晓得，你不晓得嘛？哈，好，我现在就讲给你听。我们因为这一次107年，我们当然是提高了这个盈利事业所得税，我们提高了3%。那现在手机的一个游戏呢，事实上很多手机游戏是免费下载。啊、那这一些 Apple 跟这游戏商赚什么？他就是赚里面的氪金。那氪金你稍微一数的是说，哦，我为了抽到里面的一个强力角色，或者是我为了里面得到怎样的一个 bonus 啊，我得爱额外再付出钱。啊，事实上很多消费者他因为玩了这样的一个游戏之后，他会很没有办法拒绝诱惑的去氪金。那现在从上个月开始，所有的氪金的费用全部涨10%。全部涨10%，那后来我们大概媒体有去追这件事，那追出来的结果就是告诉我们，因为盈利事业所得税提高了3%，所以包括 Apple， 他为了要去把他这样的一个负担，就是所得税的一个成本增加，他就把它转嫁给消费者，所以他就直接在这个 APP 的一个定价里面，伊就哈，比如讲30块，伊就来调高到33块，150块的就调高到180块，也就是他们全面就是提高10%。APP 这是在 Apple 里面，那后来 Android 系统呢也跟进，啊，一共也是说哈，我是考量游戏的一个公平性，既然 Apple 都涨了10%，所以 Android 系统它也一并的调涨了10%。所以现在所有去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者，他就是面对涨10%。那部长，我讲了这件事给你听，你的感受是怎样呢？我想盈利事业他面对这个税收的增税率的增加，当然就反映到他的这个所谓营运成本上面了哈。对。那一般来讲，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市场非常竞争的这个部分的话，那大概这个厂商不会去
涨价了，因为你一涨价，其他人市场就被别人家抢走了。但是因为这个 App Store 跟这个所谓的 Android 系统，基本上它市场有两家这个寡占的厂商，对，所以它当然有非常强势的优势去提供啊，这个把这个税呢转嫁给消费者哈，这样一个情况，对，那所以我要去讲，就是说我们希望财政部哈，当然这后面可能有牵扯到的是公平会要去调查的问题，有没有所谓联合涨价嘛哈？是，对。可是我希望我们财政部，事实上我们也是可以，先友善的先告知这两家公司，你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增加3%的一个成本，事实上如果你把它还原起来，大概调整3.75%，你就可以保持你一样的一个获利。好，就可以保持一样的获利了。结果你却借用了这次机会大幅度的涨价，那这个对很多，我想对年轻的消费者来说，他们的负担是增加的，而且这件负担的增加本身，他们把这一个责任怪罪在财政部，怪罪在我们立法院的一个修法，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合理，因为这两家公司它确实就是独占了我们整个手机整个这个 App Store 的一个市场，两个独这个寡占的平台的，对，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合理，好不好？对，我们财政部在这部分，我想跟我们报告，第一个我们会请国税局去了解，第二个我想是不是有这个联合垄断的情况，我想也许可以请这个公平会去了解，进一步了解。好，那这部分是要请。好，那接下来我再请教第二个问题哈。来，我们直接到最后一页。好，部长，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数字哈。这个数字大概是在讲这个走私烟的一个问题。那很明显的，在105年年度。那大概是在这一个岸边就是口这个通山口岸，它的走私烟大概是211万包。那到了106年，它只飙高到了1112万包，好，万包就是增加了5倍。在107年，它也有高达800万包。好，那如果以这样104、105跟106、107年这样做的一个比较，大概就是因为发生了在105年的时候，我们提高了所谓的烟税的一个20块。106年，好，106年的时候我们提高了这件事，然后变成走私烟大幅度的一个增加。是，那部长，你看到这样的状况，你的感想是怎样呢？我想，这个私烟当然向来是我们财政部跟各地区的这个所谓地方政府很重要的一个查缉的这个目标了哈。对，当然希望能够把这个私烟能够看起来地方政府查缉的是差不多啦。对，是查缉的差不多。那很主要的就是起码大概被遭追回对吧？对，因为跨起来就是现在水货跟所谓有实质课税的，因为它的价差很大。是，所以变得说有利可图，所以做这样的哈，一个甘冒这样的一个风险哈，我准备一招数追回。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凸显出我们在烟税调涨的配套措施可能是没有做到很好，所以这些人如果抽烟的，他抽到水货，抽烟已经很惨了，又抽到水货，又抽到水货的话，嘿，对健康的影响会不会又加倍的一个增加？这个是我们财政部应该去注意的。好，那我们最近这几年已经加强这个所谓查缉，对，所以我还是回到我的一个论述了哈。我们烟酒公司应该可以跳出来，在这件事做一些弥补的一个作用，好不好？是，那个我想烟酒公司之前就已经有一个比较平价的烟了哈。对，这个上一次有跟委员报告过，我知道，哎呀，对，那我们这样的既然有，我觉得烟酒公司应该在适度的也必须要告知。要告知，不管社会面也好，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平价烟。那这个平价烟，毕竟它不会是水货。如果这样水货猖獗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财政部应该要
负起一个相对应的责任，不然你看，哦，招股赔以上诶，哈，这一个走私烟进来，跟我们报告了。事实上，因为我们也不能做宣传，甚至说我可能今天讲这个评价烟，到时候这个卫福部可能会有这个所谓广告之前就会开罚。对啊，你们不用宣传没关系啊。那我现在咨询你啊，你也是要讲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政策方向嘛。哎，这个之前他们就已经有在还没加征这个烟税之前，就已经有类似的产品在那边那个地方。对，好，好，那我觉得品质也要顾好，这样好不好？好，谢谢。好，好，下一位叶怡金，叶怡金委员不在，下一位刘兆豪委员咨询。谢谢主席，主席我们请苏部长，还有请农委会国际处洪处长，谢谢。请苏部长及农委会洪处长。委员好，部长好，部长，本席提出关税部分的修正草案，就是将老业的进口关税从20%提高到200%。那财政部当然有看起来有不同的意见，你们最主要意见是在2002年的时候。我国加入 WTO 的架构之下，已经对农产品已经做了承诺嘛？哈，那部长，本席来请教你，我们加入 WTO 最主要的目的啦，是不是让我们台湾的生活会能够品质会提升？因为纳入啊，对了哈，跟国际接轨。来来，那部长，那如果说我们加入 WTO 之后，确实的，因为一个产业它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虽然这个产业。国内我们政府是在不理不睬不鼓励它，但是有几万人靠这个产业在生活，然后因为我们加入 WTO， 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在谈判关税这一项落位谈判或没有被注意到，那我们应不应该有一个补救的措施？我想这个相关的这个关税的部分后续的对产业的影响，那各产业主管机关也会相对有一些配套措施的。来，我对啊，问题咱这个产业吼，坦白讲，我可能是比农委会较了解啦。因为这个产业吼，归台湾啊，归台湾。第一，政府的角度不会去管我们老业这个产业，老业这个产业啦，因为咱政府无鼓励人吃槟榔嘛。好，这是一个属性。但是另外一个事实是，我们不第一方一方面不鼓励人家吃槟榔，但第二方面我们又开放老业能够进口啊，老业进口上主要，老业也许可以做很多的。部长，这是老朽啦。我知道刚才委员有说过。这是老朽哈，啊，这老朽，咱袂摕来做菜，啊嘛袂摕来割手啦。它100%目前哈，它最主要而且唯一的用途就是拿来包槟榔，好，就是拿槟榔。好，那政府一方面不鼓励人家吃槟榔，一方面因为我们加入 WTO， 所以开放让老业可以20%，甚至有些国家是0%零关税能够进口，好，啊，实际上它就是影响到我们现在。以台东为例了哈，我们政府虽然不鼓励这个产业，但是它实际上是存在的。我们靠这个行业在生活的人，在台东至少有20,000人了。哦啊，这个产业的结构是这样，我们这个产业结构是，它一年不是每一年都每个月都好的价钱，它又是50块一斤了哈，一斤50块，一斤80块，一斤100块，但是它每一年它有3到4个月的时间，它的价钱可以到150、200左右啊，其实。农民来讲，伊就俩等波对，他一年他就可以过的生活，啊，这几十年来，伊靠这个行业栽培伊个囡仔，照顾伊个家庭，啊，但是今仔因为我们加入 WTO 之后，特别是106年尼伯德的台风之后，因为很多的价从东南亚的国家进口进来的，当我们在产地的价钱一台斤到差不多到150块左右，一六礼拜以后，就让我们的农民原本他在过去这个产业的周期，一年有3到4个月，我看后会更小，他连那个3到4个月就没有了。所以他每一年，他这两年来，几乎他的均价都维持在80块、70块不到。啊，是这东西影响到这个产业，影响到这些人生活啦。我知道政府当然不鼓励人家吃槟榔，但实际上有20,000个人左右靠这个生活的时候，政府。就算要辅导我们这些农民要不要做转型，要做转业啦，也要一段时间。某你妈用这十年的时间，用十年的时间，就像以前我们在辅导烟叶一样，烟农一样嘛。咱政府认为讲这进行分休，无材料够生存啊。那我们用一段时间来辅导这些农民来做
做转型嘛，赶快的斗笠啊！我在这里，部长虽然你是管只有管关税的部分，然后那国际处是管我们农产品进口的部分，在这里本席要求，其实要来支持咱这关税做调整啊，关税做调整。当然，有人讲讲，关税调整以后，是不是吃槟榔的人也计小会突然安尼暴涨？我们从20%调到200%，会变成涨10倍，不会有这个威力。为什么？因为老朽吼，这老朽大片的老大朽的老朽，可以一台斤可以包380颗槟榔啊。小朽的老朽一台斤会使装包280粒的槟榔。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用进口的均价，每公斤60块的均价来做调整的话，200%的关税，它一颗槟榔哈的成本会增加到1.9毛到2.6毛左右了，对整个产业是微乎其微。哦，所以本席在这里要强调，要请行政机关我来支持这项调整，让我们的老业农他可以有一段喘息的时间跟机会，可以来进行转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啦。最后我再请那个洪处长，这个跟你的业务会比较大的，这段期间我们常常在为这个问题在做研讨啦。当然啦，我知道我们如果修改这个规则的话，修改这个相关的法律会违反 WTO 的架构，但 WTO 其实也有对农产对本地本国的农产产生冲击的时候，也可以进行另外的谈判啦。对，这谈判的时间当然要一段时间啦。处长。是啊，谢谢委员，真的很感谢委员很关心这个议题。那农委会知道委员关心这个议题，在4月27号，其实邀请了产地还有整个老花老叶的业者相关的团体，当然这里面也有公部门啊，也有请卫福部门还有经贸部门都来了解这个议题。委员，其实您刚才提的没有错。老花老叶其实并不能单独使用，它其实是一种佐食，是配合这个槟榔。所以我也借这个机会跟委员报告，槟榔在早期曾经高达还有6-7万公顷，那因为它的观感比较不是那么好，所以一直在缩减。我讲两分钟了，对，所以随着这个槟榔的面积从6-7万一直删减到现在大概只剩39000公顷左右，所以老花老叶其实并行也是在做辅导，这些年我们一直辅导它在转型。好，谢谢委员。部长还有处长，我们政府在做一件事情要考虑到那个现实的状况啊，真正政府一方面不可能吃槟榔啊，真正有人靠在生活嘛。以台东为例，有20000个人靠老叶在生活啦。啊，咱政府要有耐心跟卫福部、财政部啊，咱农委会定一个10年的转型计划嘛。啊，因为这些人一靠老朽在生存，可能栽培囡仔，栽培到高中、大学。啊，你这雄雄个，因为这个行业冲击，伊的生活出问题，伊现在要栽培囡仔是无栽掉的嘛。啊，我们政府利用一个10年的计划、转型的计划，吼，借由调高关税，然后再辅导他，辅导这些农民来做转型。啊，你们再看就政府做这件代志的耐心，做这个照顾农民的耐心，但。我在这本席还是要强烈的来要求了哈，这整个希望要求行政机关能够来支持这样的一个修正啊，好好的落实我们照顾我们的基层的农民，谢谢。好，下位林长洲委员咨询。哎，主席，我们请部长，请苏部长。林委员好，部长你好。我想这一次关于所得税法的修正，其实之前在院会质询的时候，我也有关心这部分的议题，也有跟部长讨论了哈。那当然每个委员都有主张啦，也都是想要增加很多的扣除额啦。对，那这些扣除额要或是不要，我们财政能不能负担，这当然是一个考量。对，但是我在这边想说，跟部长回归先来确定一下，在你的看法，所得税里面讲的免税额、标准扣除额或是列举扣除额，然后这个特别扣除额，它的这个差别，它的定义有什么不同？免税额基本上就是它的维持基本生活的所需要的一个金额，然后那扣除额的部分大概有一般扣除跟这个就是说标准扣除，还有这个所谓类级扣除。一般扣除里面有标准扣除跟类级扣除，还有一个特别扣除。对，那么这个。一般扣除的部分呢、啊，基本上是反映它的这个取得所得的成本，哈、哦。那
特别扣除的话，可能有一部分有一些政策性的这个反应，那有一部分呢是来弥补基本生活上的这个所需的不足啊。嗯。那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这个幼儿学前特别扣除的部分。哦，这个就有点类似这样一个情况。对，哦，对。其实我之所以为什么说要先回归一下定义，因为就像刚刚部长讲的，其实免税额是一个基本的生存的需求。对。然后标准扣除额或是列举扣除额，它比较像是一个维持社会生活的基本尊严。对。所以这两个等于是基本它的成本啊。对，你基本上在这一个社会上面，你要能够生存，大概就这两个。对。那特别扣除额大概就是根据特别因素，例如说像这个身心障碍特别扣除额，然后是刚才部长说的。所以其实前面有委员在讲说学贷扣除额哈，我觉得它就不太符合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因为学贷的这一个上面，不管说是透过补贴啦，哦，或是还有学贷的人，他到底现在有没有到缴税的这个资格？对，其实都，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名字讲出来当然很好听啦，哦，是，但它实际上在我刚才讲的这三个定义上面符不符合其中的定义，乃至于说这个它到底现在有没有实际上有没有要缴税，我觉得这个都应该回到务实面。不过不管这些啦，哦，我之所以希望把这些拿出来提，就是因为我们目前这个这个一般家庭在报税的时候，除了夫妻自己的免税额以外，他还可以加上抚养亲属的免税额，但是却没有加入这些抚养亲属的这个，哎，他的这个标准扣除额。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刚才既然在讲这个是他基本的生存权利，包括活着的权利以及社会生活的权利，我们一定也认为抚养亲属，不管说囡仔来还是这类长辈，一定嘛有社会参与的这个基本尊严的需求嘛，是。所以说，底下我想问问公，为什么在目前还没有办法纳入嘞？跟委员报告，我刚才提过，这个是扣除，就是说一般扣除额的部分分标准跟类级嘛，哈。那我刚才有跟委员讲过，这个一般扣除额基本上它是反映取得所得的成本，哈，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所谓的我们在标准扣除额的部分，那么如果夫妻两个就是两倍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是我们通案考量到，就是双，比如说双亲家庭，他就两个，因为他有一方面有取得所得的成本的这个考量哈。当然，这个还不是一个部分哈。所以在有一部分的话，可能如果他太多的话，他可能可以用这个累积扣除的方式哈。那这样子的话，相对的就会其实取得所得的成本的考量，这个比较不在我认为的标准扣除额应该要放的范围了哈。我自己还是认为标准扣除额它就是参与社会生活，它基本上不管你所得是什么，它应该就有这个需求。那至于说取得所得的这一个例如说薪资上面，它取得对它有薪资特别扣除，对对对对对，它应该是这样子来看。那所以我这边回归到这一块关于薪资所得的部分，我也想了解，就是说在第十四条里面，其实我们所有的收入大概都是用这个收入减掉成本及费用以后，把它叫做所得额啦，哈。对。但是我们在这个第三类薪资里面的描述方式，到现在以前就被大家讨论说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写？那其实，在本来的这个报告里面，哈，委托的报告里面也有提到，也就是说，在这个薪资所得里面是先讲所有的薪资算是他的所得，加起来以后，后面再来扣掉他的这个成本费用，扣掉他的这个扣除额。他这个整个体力跟其他的收入不一样。那即便说，这个财政部委托外面的报告也有提到说，这个是不是要把他的这个写的方式把它统整？那后来我看院版还是没有针对这个地方调整，不知道部长可以稍微说明一下吗？那因为这个部分的话，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所谓的整个扣除额里面呢，因为它的性质都不太一样了哈，所以我们必须要通盘的这个考量。那另外一点，我特别跟委员说，但这一块其实只是描述，是你把它放到后面扣，它其实还是它要付的这个税负是差不多的啦。对，所以我讲的就是说，我们趁这个机会把描述把它统整一下。对，所以我们现在这一次我们是修到那个第十四条里面，就直接在薪资所得的部分，就减除他成本费用以后，才当作薪资所得哈，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这次修法是修第十四条，原来是扣二十，特别扣除额是在那个十七条的部分。对。那这一次我们就把它修法修到十七十四条里面，直接当成本
费用的减项以后再算他的薪资所得。对，但是现在院版的描述还是把他整体的收入讲成是所得嘛，然后后面是这个十四条后面再来扣除嘛，是在这个所得的这个后面再来列举扣除。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描述上面，例如说你执行业务所得啦或其他的所得的时候，都是用收入减掉费用。啊，我们现在院版的这个薪资所得的部分，我在描述上面是不是应该也可以跟其他的这个收入可以比照一样的体例来去描述？我想我们在院版的提案里面，我们已经就是减除成本费用以后了，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净的概念了。好，已经我想我们现场是来看有没有可以比照其他的这个描述方法比较那个一点。好，谢谢，谢谢委员。谢谢。下一位李坤哲，李坤哲委员不在。下一位李玉林，李玉林委员不在。下一位张廖万坚，张廖万坚委员不在。下一位邱泰源，邱泰源委员不在。下一位钟孔照，钟孔照委员不在。下一位沈智慧，沈智慧委员不在。下一位郑宝清，郑宝清委员不在。下一位江永昌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请财政部部长，请苏部长，国库署、关务署可以陪同。国库署、关务署，谢署长。委员好，好，部长，我要问哈，1月15号的时候了，国民健康署、国库署、关务署、户税署开了一个会，加热式烟草产品管制规范会议，在那个时候，建请把这些烟品列为暂不开放之进口产品，也把它列为暂不得输入供自用了，包括旅行的携带啊，这个建请到现在制定为规范了没有啊？这个目前还是要卫福部这边来还在建请，不是建请，没有列入规范，因为我们有正式行文，我们已经正式行文请卫福部哈，这个正式行文，对，跟你讲哈，你们自己财政部、国库署相关单位反反复复，105年6月6号，你们的公文上面写，这个支撑器、电器跟烟草所组成的，不是属于烟酒管理法所称之烟。107年2月7号又写说，这个产品属性还没有确定前呐，不宜依烟酒管理法裁处。108年2月1号。财政部说啊，你主管烟酒管理法的规定只有限于私烟跟劣烟哈，它才会禁止输入，所以依烟酒管理法无法禁止，因为它不是私烟不是劣烟，所以不能禁止它输入。那你干嘛在这里反反复复？你什么时候又觉得要用烟酒管理法？什么时候又觉得不宜用烟酒管理法？你不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我多讲一点让你来补充了。在105年8月22号，你刚讲卫福部啊，国建署就跟你讲了，他说有关于加热烟、电子烟，它的烟草的产品部分，这就是烟草制程，这个跟烟害防治法所称的烟品，他们认为这个是确定的。他也认为说，在烟害防治法4条，你那个载具比方说你那个加热的跟充电的支撑的那些零件，也是属于烟害防治法规定里面应该要把它设限的啊，国务署怎么跟这个国建署啊这样跨部会反反复复啊？到底现在是要怎么决定呢？我想跟委员报告了，事实上我们有跟这个卫福部这边啊，已经协商好几次了哈。那我们的了解，我看他们态度一致，你们态度反反复复。没有没有，我们目前态度是一致的哈，就是一致。那你要怎么样制定规范？不要再什么建行了。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我们目前的规范是这样子。如果说按照，因为烟害防治法是这个烟酒管理法的特别法，那么只要卫福部认定他有违反这个烟害防治法的规范，那么基本上我们就会按照烟害防治法，因为它是上位的啊，所以我们就烟酒管理法也就会纳入考量。好，那你纳入考量之后你怎么做？因为我跟你讲你的这个烟酒税法第7条当中，可能你只能把现在的加热烟、电子烟，除了那个烟柱有没有烟草柱以外，那你其他就叫做其他烟品合在一起。
你也没办法跟他磕那个一公斤1590块啊，啊你怎么磕？因为如果你按照这样磕的话，你可能会便宜的他呢。哈，这个跟委员报告了，事实上就是说，如果未来真的是认定是 M 品，那当然我们就会还在讲未来。部长，我今天之所以提这一题，我给你看，网购商店啊，这 ICOS 嘛，一堆啊，那早就进来啊。你去吼，有空去逛逛街啊，财政部实体商店在卖也一堆啊。啊，他到现在到底是海关70条例当中的应税货物，结果没有课税携带进来，还是他是禁止的这个货物有管制的？喂，这个是电子烟吗？那是都是啊。那你现在加的烟跟电子烟一样？不一样，那不一样啊。电子烟目前是卫务部是属于要食药署那边在管理啊。对，那你课不课税？烟油的部分课不课税？目前没有课税啊。啊，那你目前没有课税，是那也没有扣押，你现在只有扣押加了烟，你是这意思吗？禁止啊，那个是禁止。那你烟油不课税，啊？那你不会觉得不公平？那个是用食药署的管制规定来做、啊。好，因为我最终结的这个问题在哪里？就是长照裁员了、啊，长照2.0裁员告诉你有7项，其中。这个烟税啊，增加哈、哦，就从这个我们的每天支不是增加1000块，来作为依住到长照，这个占长照收入的80%啊。可是我跟你讲一个数据，给你听听看，让你知道说啊，问题可能很严重。18岁以上抽烟的有14.5%，那抽烟人口哦1900多万呢、啊，所以你跟他乘上去之后，不，18岁以上的人口1000多万，所以乘上去之后，吸烟人口大概280几万。现在我刚刚讲的那个加热烟哈，那个 IQOS 啊，哦，啊含这个可能也有含电子烟在内，在网路上那个 FB 种种的社团当中，有17.3万人注册呢。你给他取一个大概有10万人在抽这种烟，而不是传统纸烟的话，这也占吸烟的3.5%呢。啊，3.5%，你用长照裁员来算的话，黑马爱剩加有偌济钱呢？啊啊你，你去年烟税挹注长照是290亿，你今年推估吼、哦、只有233亿，减少57亿，是都地下化了，还是这个市场有没有被这些人取代了？你了解本席在说什么吗？知道、哦、啊，那了解了啊，那。跟委员报告了，事实上就是说，未来就是如果这个卫部认定烟品按照烟害防治法的规定，那我们就纳管嘛，就烟酒管理法就纳管，就可以课税的嘛。不，你现在就已经税收就已经流失了啊。但是问题是，现在卫部没有认定是烟品啊，所以它的上位的。你要把加热烟跟电子烟拆开，那你就在这边帮卫部说一个清楚，他到现在还没有认定哦。卫务部今天没人来吗？他也没有开放啊。啊，卫务部，你的长照哈、哦，2年了要检讨了，长照的这个裁员的检讨出来了没？6月3号满2年要到的啦。啊，财政部现在还在等卫务部的报告吗？要等到什么时候？那跟委员报告了，事实上电子烟不含烟草了，所以不是属于烟品。好，对了。所以部长，你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烟油无所谓，那个烟弹无所谓了，真的吗？烟害防治法里面已经跟你讲，基本上我们还是尊重卫务部的这个，他以药事法跟那个烟害防治法的规范来认定的嘛。好，你现在要推诿卫务部，我也会再去追。可是我其实先前问过卫务部，他就是认为说这个还是属于烟害的一个部分，还是属于财政部这边应该可以。他如果认定是烟害防治法里面的烟，那当然我们那个财政部按照烟酒管理法就要课的嘛。你们什么时候做最后的确定？那主要还是要卫务部他认定。你财政部跟卫务部你们沟通没时间的、哦。卫务部是反对，因为卫务部他的态度也是反对啊，所以我也不能说他反对我就要你跨部位协商，总要最后结论有时间的限期吧？还是要叫大院去决定？现在有政策平台，比如那个现在是应该是有在。好，没关系，你再推，我去追。我要问你一下哈、哦。今天会讨论到长照扣除额，长照扣除额当中有没有
也谢谢财政部最后是接受在家自行照顾的。好、哦，那我们从巴士量表当中不用再靠单据了。哈、哦，是。好，这个首先谢谢，但是我要问清楚一点，我们在之前推了有关于身心障碍扣除额，那把它增加128,000到200,000。那这次如果在你增加长照扣除额120,000，可是这扣除额很奇怪，我们在这个有没有灾害损失以及医药及生育费的列主扣除额当中，如果有保险给付，啊，这个扣除额就要减除。那为什么在身心障碍跟长照扣除额当中的条文，我看不到说，哎，如果有保险给付的话，就不用减除？跟我们报告了，因为它是定额扣除的，每一个人都120,000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有再考虑到那个保险给付。那你跟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是一样的一个。哦，你持的理论居然是那个是要凭据累加去扣除啊，这边是定额扣除，所以它的保险给付不用减除，这我觉得有点薄弱了。因为我想要讲的是，你身心障碍扣除额增加了。其实你可以鼓励人民去保险，那你长照扣除额增加了，你也可以去鼓励人民保长照险。那而且这个保险将来的这个给付也不用列入扣除额，那是否保险的费用就会增加？因为这有个诱因嘛。那你要不要再列举扣除额当中的保险费的2.4万的门槛再拉高一点嘛？啊，你左手在那边推，右手再给点帮忙，这整个就做起来啦。那、啊、到时候国家的负担可以再轻一点，鼓励人民去用保险啊。对，谢谢委员、啊、我想这个吼、哦、还是要看整个长照政策来决定了、啊。那好，基本上我们还是要通盘的去考量、哦、好，你又要看长照政策，那如果卫福部也是这么想，如果金管会也是这么想，财政部就会点头答应哦。因为你现在不是跟我讲你财政部对税收减损的想法、哦、报告，因为长照是它只是2年后这个就要检讨嘛。那未来如果走向不是现在人民去保险，未来这个保险费的起步，那当然可以帮助到这个家庭的一个负担减轻。但是我们基本上考量到长照支出的需求，所以我们优先就长照支出的部分做给。就我刚刚也给你们赞扬的、啊，我现在是讲说列举扣除额当中有关保险费的2.4万，而且他现在所有的扣除额都增加的时候，而且这两项的保险给付有没有不用做减除？是不是在我们的保险费作为列举扣除的时候，从2.4万再增加一些？我研究一下好不好？好，做个研究啊！我们了解了，通盘检讨。哎，谢谢委员。好，下一位刘建国委员质询。那谢谢主席，有请苏部长。请苏部长。苏部长，我接续江永昌委员刚才提问的两个问题，第一。委员好，那个哎，第一个，你刚才有回答他所谓的他刚才讲是 IQOS 的哈，就是那个加热烟的部分。因为我听你的尾段最后的一段话讲说，电子烟不是烟品。目前是按照那个卫福部的药事法的规范啊，跟烟害防治法的规范是管制哈。那你有看过吗？电子烟我有看过。电子烟你有看过啊？加热烟你有看过吗？加热烟啊，图片上面有看过了啊，但是我知道就是电子烟，它类似那个随身碟一样哈、哦，那只要啊一个扁扁的哈、哦，一个扁扁的，对，电子烟的造型不止扁扁的，它还有圆圆的，它有长长的，它有短短的，是，哎，不是只有一种，我看过的就是扁扁那一种，所以部长你要多看一些，是，然后加热烟你确定看过吗？加热烟没有了，但是图片上面都有哈、哦，对啊，你有看到图片里面的内容物吗？有一个烟条，还有一个加热器。哦，一个烟条，还有一个加热器。对，那你知道那个抽的部分是一个长长的，然后把烟条放进去。好、哦、啊，抽的长长那是什么东西？那个就是要抽的这个部分啊。它到底是要抽什么？抽那根烟草？要抽烟草吗？是。好、哦，那台湾的烟草有没有课税？台湾要课税啊？对吗？对啊。啊，你说他要抽烟草。加热烟是抽烟草嘛，对不对？你讲的嘛，它里面含有烟草的成分呐、啊，含有烟草的成分。对，那台湾含有烟草的成分的香烟要不要课税？当然要。要吗？是啊，它含有烟草的成分，为什么不课税？还没计开放进来。
因为卫福部这个还没开放进口嘛。因为卫福部还没有开放进口，对，卫福部不作为，所以站在财政部的立场，要等到卫福部作为。你们有烟草，应该要课税，而且薪资已经这么多年，只是它的品相、长相，圆圆扁扁、长长短短不一，但是内容物通通叫烟草。跟我们然后财政部站在你的立场跟你的主管业务，还要等到卫福部的不作为之后，哒哒哒哒哒几年之后要作为，我们才可以一样的东西才去做课税，这样财政部有没有失去立场？跟我们报告了，因为它是属于新兴的烟品的哈，那到底要怎么规定？新兴的这两个字的定义是半年、一年、两年、三年。哦，那像有定义吗？在财政部的立场，美国的话，它把它归类是烟品哈，韩国把它归类是电子烟哈，是。那澳洲它归类是管制产品哈，是。所以各国不一样哈。好，那因为它，那我们要比照哪一国比较正确？因为它。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因为它会危害到健康、啊、好，还有青少年吸食的问题。青少年吸食的问题。现在台湾科的传统香烟的这些不会危害健康。那现在已经科了这么久的烟，这个香烟基本上它不会危害健康。卫福部还没有评估出来。那最主要是还是我想。这个卫福部跟财政部两个部会对这个部分还是要记住。我只是希望财政部部长，你可能是不是再用一点点时间去了解两个东西的品相差异在什么地方？是，如果品相极尽雷同，哦，然后它的状况也差不多，然后这个可以课税，而且课了从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都在课税的，这个东西跟它差不多99.9%的相似，结果它不用课税。但是它有一个加热器的。站在财政部立场，是不是会失去立场？它还有一个加热器的，它是蒸煮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一个用加热器，一个用打火机用火柴点燃，然后你觉得它还有什么差异？你还要继续跟我讨论下去吗？没有。如果有，我还是可以继续跟你讨论下去，没关系的。一个是用打火机。用火柴还是钻木取火，然后可以来吸食。另外一个是比较先进，然后用电子相关的产品，然后可以用加热性质，让它的烟草可以因为这样点燃，然后让人家去做吸食。差异性就这样。但是顾名思义，就正如所讲的，这个也是烟草，那个也叫做烟草。那只因为卫福部到现在不去做认定，所以财政部就因为要等卫福部认定完之后，才可以去做科学的动作。我想，我还是好，谢谢合作。来，2017年5月3日有通过嘛？哈，遗赠税跟烟酒税、艺术长照财产时有附带决议，是在立法院的附带决议里面很清楚哦。好，两年内，也就是五月到了。刚才江广昌委员也特别垂询这个事情，是，嘿，有没有做相关的检讨报告？那基本上长照政策基本上就是。要配合卫福部的这个长照政策的，他是不是要转成这个所谓的保险制？那当然卫福部要一个不是这个检讨报告，财政部要做吧？不是就卫福部嘛？那个是财源分配是在你们嘛？不是卫福部，他长照的执行是在卫福部嘛？跟我们报告，因为长照的政策未来是要走向保险制或税收制。是，我知道。对，但是我们的附带决议针对两年的通盘检讨，是针对遗赠税跟烟酒税、益助长照两年之后必须要有检讨报告。这个检讨报告必须要财政部、卫福部做执行面，财政部针对财源的益助也应该有个检讨报告才对啊。对，但是问题卫福部到目前为止，他的政策上面没有改变啊，他还是用这个税收制啊。是。他的需求财源需求过啊，所以这样子啊。所以基于这个理由，那未来立法院的附带决议，我们直接财政部答复就是说，你这个附带决议实属无效。未来如果就是说如果卫福部他要改变长照的政策，改起保险制，当然我们就会配合来做检讨嘛。财源当然不是附带决议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开宗明义就讲烟酒税，然后遗产税、益助长照两年之后执行的两年之后，必须要来有一个检讨的报告。但是卫福部没有提出相关的要求啊，我们所以两部财政部当然就是要是要要要
应应这个卫福部的需求，但是卫福部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就烟税作为裁员的这一部分提出任何改变。所以卫福部针对加热烟也没办法认定，我们财政部也因为卫福部至今没有办法认定，所以我们没办法针对同样性质的烟草去作为课税，只是吸食的方式、点燃的方式不同，我们不能去做课税。卫福部今天在执行所谓的长照过程里面，拿了财政部分配所谓的遗产税还有烟税过程，然后立院做了决议两年必须检讨报告，因为卫福部至今没有作为，所以财政部也没有办法跟立法院来做附带决议的这些相关报告，所以我是不是要有请苏院长来展开协调会，跨部会的协调，不然会因为卫福部的不作为，我们财政部好像就基于这两件事情，因为他长照政策没有改变嘛，我的时间就在这两个事情被消化掉了。跟我们报告，因为他的长照政策没有改变嘛，对对，所以他的裁员筹措基本上他也没有提出相关的这个裁员筹措的方案，他如果。在财政筹措上面有需求，有需要改变。主席已经站上来了啦，我最后，我今天是要讲所得税哇，第十七条事情哦，长照特别这个特别扣除我的120,000，我因为时间关系啦，最后我是自请部长，是不是可能要在相关的一些配套，可能要再思考一下，因为我不是反对排户哈，但是在排户的过程里面，是不是会造成其实针对我们要帮助的相对弱势，然后家中有必须有长期照顾者的这个状态，反而没有被照顾到，反而是他们必须要去承受。这个120,000的额度，是我还可以再有探讨增加的空间。因为如果你对比的就是这个幼儿学前的这个样的方式去做的额度的一个范畴，我觉得会有点落差。怎么说？我简单讲一个，我过几分钟的话哈，我讲一个状况。幼儿学前，他顶多是5年、6年，老人长期照顾的时间，他可能5、6、7、8、9、10不等，所以同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通通放在120,000里面，好，我觉得这个有一点不公平，是不是在实务上，是不是请部长跟署长再思考一下，好不好？谢谢委员啊，因为答应各委员都有提案呐、啊，那我也有提案的，我在协商的时候也许就来就可以。对，我是想说用这样的对比的，因为时间到了嘛，他就站起来了，哎呀、啊，是，我不好意思让他站太久，哎呀、啊，所以是不是请多思考哈？我等一下书面还会再给部长做参考了，好，谢谢。谢谢委员。好，下一位罗明才，召委执行。主席各位，粗略习惯，大家好。主席各位，请部长，谢谢苏部长。苏部长你好，我们现在这个人口老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哈，是。所以我看今天大部分朝野对于长照特别扣除就是非常的关注哈。那本席啊，跟几个委员也提出了第11项哈，就是希望长照的每人每年可扣除额哈。财政部要不要当这个小气财神呢、啊？哦，既然要做，就应该要落实，哦，要面对问题来讨论哈。十万事实上是不够的哈、哦，所以我们有很多委员呢、哦，包括本席在内提案呢、哦，希望可以提高到至少24万以上哈、哦。那之前若干的讨论哈、哦，我们发现120,000是不够的哈、哦，我想请教一下部长，我们现在5月份又是到了纳税的季节啊，我们国内啊，这个应该纳税的义务人有多少？目前大概有将近630几万户了哈，630几万申报户哈。好，那真的要课税的有多少？真的要课税的话，很多人免税啊。啊，免税的话大概一半左右哈，一半免税，所以大概就300万人要三百万左右才会，350万左右会缴到税哈。是，我想提醒部长，就是社会的发展和谐很重要了哈。但现在台湾的 M 型化的社会，我们发现中产阶级都不见了，就是有缴纳薪资、有上班的这些，全部啊一毛钱都跑不掉。所以，既然现在的负担呐、啊。大概都是这一些、哦、可能上班族啊，很多人这些长期累积啊，但也不见得他永远都是免税的，
因为他可能升官啊、升职啊，哈，是慢慢会这个收入变多了，薪资的成长应该会会。那我想说，这个社会和谐还是很重要，真正需要照顾的人，我们不要让这个整个台湾呢、啊，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对于刚刚所讲的哈，就是这些中产阶级也好，或者是整个社会层面也好，老人口、老龄人口越来越多，这是一个不变的事实啊。是，今年越来越严重，预计大概在五年后，部长你知道我们老龄的人口大概成长到几%以上？我们应该是我详细的数据有我不了解，但是我的了解是一个趋势，就未来我们的人口老化的速度接近快20%了，应该会比那个日本还快，就越来越多了哈、哦。所以与其哦，你每次在一两年就修一次，你几年就修一次哈、哦，这个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啊。本席在之前就讲说，你们要用遗赠税啦，用这个哦烟税哦来挹注长照，这个缘木求鱼啊，这个没有办法很落实的做好哦。那我们又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啊是你我社会大家共同要去面对、要去扛的。不然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哦，家里啊如果说父母两个啊都是需要照顾的，下一代又有年轻的小朋友，哦，可能学龄的这个儿童要养，上有老下有小，这个三代的夹心饼干哦，夹在这里面的三明治啊，滋味很不好受啊，哦，所以。希望部长能体恤民意啊，十二万一年的税损是多少？大概我们统计大概是21亿的，因为我们有排户条款哈。20几亿是不是？对，20亿左右。20亿哈，按20亿可以照顾到多少人？大概29万人吧，29万人。20几万人嘛哈。对。那你看可以照顾那么多人，你风力发电一次就要花9000亿。你前瞻一次就花8800亿，跟文报为什么要照顾这些年轻人、这些夹心饼干、这些三明治族？20几万人，你不20亿就那么哇哇叫？政府真的没钱吗？据我所知，我在财委会那么久了，中华民国很有钱啊，对不对？你们对其他那个其他单位，或者是要买武器，花钱都不手软。为什么对这些老人，为什么对这些需要照顾、需要扶持的年轻人，夹在中间的这些辛苦人，你不可以多多的照顾呢？好，那你们对这些艺人来讲好了，又张开了一个网，开了一个大门，让他可以有很多的扣除额。那个部分税损是多少？这个75号解释的这个部分，它不只是艺人而已的。那但这个我们是根据这个大法官解释，我们来修法的。那你说嘛？大概是40亿左右。你看，对艺人的照顾，对委员这个不是只有艺人而已。那还有谁？还有其他这个职业上的工具，他的需求哈，那也许这个。服装会那个是可能都是艺人，服装会啊，艺人很多、啊。对，但是有最近有没有去看演唱会？还有这个职业训练的费用。部长，你有没有去看过演唱会？我最近有一次。啊、哪一场？华南的100年的这个演唱会。哪个？什么？华南银行的这个100年的演唱会。五月天嘛，是不是？其中一团。哦，对。那据我所知啊、哦，这些艺人哦。也是需要扶持啊，但是他们一场办下来，有的可能就是赚几亿的都有了。他们，我也去看过很多场的演唱会啊，全部都爆满啊，对，对不对？啊，你们在对艺人的这些啊制装费的特别扣除，不是说不扣除啦，我是主张要扣除啊，但是相较之下，他们一次。就税损要40亿，你对20几万的这个老人税损才20亿，你就跟他斤斤计较。不过跟我们报告那个帮忙啊，提升到至少24万以上。你如果要30万，我也支持啊，对不对？你40万，我也支持你啊，对不对？原因是中华民国很有钱，中华民国不会破产，不会倒。跟我报告了，我们看到那么多钱，那么花钱就是那么大方，对这些老人的照顾，还有这些童学啊，
这就学贷款等等的照顾啊，你们都锱铢必济。我可以说明一下吗？大方一点的、啊，四年税收已经超称6000亿了，不差这些。我可以说明一下吗？好，你说。好，那个我们虽然长照只有12万啊，事实上根据我们的了解，在失能者里面有1%以上都是残障、身心障碍者，他可以适用这个身心障碍特别扣除20万，如果加上我们的长照，总共有32万。那如果他因为失能长期照护去医疗的费用，他也可以申报累积扣除哈、啊，这样一个情况。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今年开始已经把，就是107年开始，已经把身心障碍特别扣除从这个原来的12万多提高到20万了，这个已经都可以弥补他的这个需求哈、哦。可是、啊、你的还有一点我必须说明的，对不起委员，好、哦，我必须说明的，长照不只是透过税而已，因为长照的支出的部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是税跟这个收入面跟支出面来相互配合的，那不能单单只靠这个税的这个减免来达到长照的政策的目的。支出的部分，卫福部那边我们烟税的部分已经每年都贡献了大概400多亿的这个税收，让卫福部做长照支出的补助啊，所以这一部分也是长照2.0。你所提的这些案的修正哈、哦，它的幅度啊，比不上台湾人口老化的速度啊。台湾人口老化的速度非常非常快，你这弄完以后还是会面临到很多的问题啊，真正需要帮助人哈，没有得到政府很大的关照，所以本席在这里还是请部长啊，多多来帮助年轻人，还有多多来协助这些老人，拜托你啊，多做功德。你如果缺钱，你跟我讲，我帮你找。谢谢。你标个5G出去，你就可以收1500亿。本席已经讲了20年的空军总部那一块地，如果你们20年前就开始地上权的出租开发到现在，你们又多出了900多亿，所以你每次锱铢必济都是小小的东西，可是影响的人是非常多，需要帮助人是非常的多，每次都喊穷，我就讲过你喊穷，你来找我，你们又不来找我，对不对？很多遗赠税我都知道哪边是可以拿到钱的，都是好几千亿，你们就是。这个大的不敢打，然后小的每个点要停来停去啊呢，就好像是前几年哦，去找那个卖卤肉饭的要税哦，买那个卖鸡排的要税，就鸡排伯啊，受到压力没办法还跳楼自杀，那个跟这个无关呐、啊。没有刘建国讲的啊，刘建国刘伟就发生在云林啊，不是这样子啊，你跟刘建国刘伟是为了税啊，不是为了税，他私底下跟我讲说，为什么查税每次就是对这些小户，然后这个千刀万里追，那最大户都是很客气，不会啦，好的，我希望部长多多协助老官，还是回归哈、哦，希望这个所得税法第17条本席所提，还有几个委员所提哦。提高的部分、啊、可以给予支持，谢谢。谢谢委员。啊，现在进行法案处理，那请议事人员宣读今日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之税则内容及所得税法修正草案之条文内容，含修正动议共议案。那从现在开始宣读的时间大概是在70分钟。那我们预定在1:25开始协商。那也提醒大家，因为今天是万难演习，所以你1:25一定要回到这里来，要不然等一下万难演习就没办法在外面走动了。谢谢。现在开始宣读。宣读第一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第二章。肉及食用杂税修正第02064910号第二栏税率修正巴拉圭刮胡 PY 适用之税率第三章鱼类甲壳类软体类及其他水产无脊椎动物修正第03036030140103072100307220030724300及0307500号等七项之第一栏税率第七章食用蔬菜及部分根菜与块茎菜类修正证07143020号之第一栏税率第八章使用
果实及坚果、柑橘属果实或甜瓜之外皮修正地080521110号之第一栏税率第九章咖啡茶、马黛茶及香料修正地090300000号之第二栏税率修正巴拉圭花湖 PY 适用之税率第十二章油料种子及含油脂果实茶橡谷粒种子及果实工业用或药用植物除草及饲料修正第12074000号之第二栏税率修正巴拉圭 PY 适用之税率第十五章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物调制食用油脂动植物蜡修正第151590号之第二栏税率修正巴拉圭 PY 刮胡适用之税率第十七章糖及糖果增定增注期第十九章谷类粉淀粉或奶汁调制食品糕饼类食品修正第19019020号至第一栏税率修正第19053100及19059090号第二栏之第二项之第二栏税率修正巴拉圭刮胡 PY 适用之税率第二十章蔬菜果实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之调制品修正第20089993号之第一栏税率修正第20090102090109102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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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章杂项调制食品修正，第21039109010、21039020及21041、1021号等三项之第一栏税率。第一栏税率，第22章饮料酒类及醋修正，第22060010号之第一栏税率修正，第22011010201020202090902100022992919及22029990号等六项之第二栏税率修正，巴拉圭光弧 PY 适用之税率，第87章铁道及电车到车辆以外之车辆及其零件与附件增订增注20。第二案，本院委员刘兆豪等17人拟具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第14章编结用植物性材料未列明植物产品增订第14049092号之税号豁免及税率。所得税法27案中有11案在第9届第四会期宣读过，今日审查的剩下的16案，除第5条之一是1997年12月公布，其余条文都107年2月公布。现在以下宣读参照现行法宣读不同之处。行政院函请所得税法第14条。修正第1项第3类各款目一，薪资所得之计算，已在职务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种薪资收入，减除第17条第1项第2款第3目之2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后之余额为所得，余额为负数者以零计算，但与提供劳务直接相关且由所得人负担之下列必要费用合计金额超过该扣除额者，得减负相关证明文件核实至薪资收入中减除该必要费用，以其余额为所得。括弧一，职业专用服装费，职业所必须穿着之特殊服装或表演专用服装，其购置、租用、清洁及维护费用，每人每年减除金额以其从事该职业薪资收入总额之3%为限。括弧二，进修训练费，参加符合规定之机构开设职务上、工作上或依法另要求所需特定技能或专业知识相关课程之训练费用，每人每年减除金额以其薪资收入总额之3%为限。
花湖山职业上工具支出购置专工职务上或工作上使用书籍期刊及工具之支出，但其效能非二年内所能耗竭，且支出超过一定金额者，应逐年摊提折旧或摊销费用，每人每年减除金额，以其从事该职业薪资收入总额3%为限。第二款，依前款规定计算之薪资所得，于依第15条规定计算税额及依第17条规定计算综合所得净额时，不适用第17条第一项第二款第三目之二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之规定。第三款第一款各目费用之适用范围认列方式，应检具之证明文件。第二目符合规定之机构。第三目一定金额及摊提折旧或摊销费用方法、年限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现行法原第二款改列为第四款，修正句首第四第一薪资收入包括奖金等。第三款改列为现行法第三款改列为第五款，句中薪资所得课税修正为薪资收入课税。第一项第九类序文中两处薪资所得修正薪资收入，其余与现行法相同。行政院函请审议所得税法第126条。第一项句末增列圈年圈月圈日修正之条文，自108年1月1日施行。第三项句首修正为本法中华民国107年2月7日修正公布之条文，其余均照现行法。委员曾明忠等20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4条修正第一项第三类各款。一、薪资所得之计算，已在职上、已在职务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种薪资收入，应就下列定额减除或核实扣除折一减除之余额为所得额。花湖一未满55岁者之定额减除数额以20万元为限，55岁以上者之定额减除数额以23万元为限。花湖二减除差旅费、行车油费、自装费、进修训练费、职业所属工商工会会费、助理费或职业上工具支出及其他直接必要费用。第二款前项前款第二目规定直接必要费用，其适用范围及减除方式或限额，应减负之证明文件、保管查核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原现行法第二款第三款改列为第三款第四款。第三款三前项修正为第一项薪资包括等。第四项据首修正第一项第三类第一款规定之定额扣除数额及第九类规定之金额等，其余照现行法。委员曾明忠等20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修正第一项第二款第二目之二句末增列长期照护保护之保险费，另计每人每年扣除额以下已不超过6万元为限，但全民健康保险之保险费不受金额限制。第三目之二删除，现行法原之三至之六改列为之二至之五，修正后之之四句首修正为教育学费特别扣除额，纳税义务人配偶或子女就读大专以上院校之教育学费，每人每年之扣除数额以25000元为限等。修正后之五，幼儿与身心失能者照护特别扣除额，纳税义务人配偶受抚养亲属如为长期照顾服务法之身心失能者或纳税义务人7岁以下之子女，每人每年扣除12万元等。新增之六，学生就学贷款特别扣除额，纳税义务人办理高级中等以上学校之学生就学贷款，于各阶段学业完成后5年内，每人每年之扣除数额以25000元为限，其余与现行法相同。委员张廖万坚等17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4条
修正第一项第三类第一款，依薪资所得之计算，以在职务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种薪资收入减除为取得薪资而需自行负担之交通通勤费、差旅费、制装费、进修费、训练费或职务及工作上工具支出等必要费用之余额为所得，必要费用之减除由纳税义务人减去费用凭证为之其认列凭证查核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其与现行法相同。原张廖万坚等十七人拟具所得税法第十七条增订第一项第二款第二目之四，长期照顾费，纳税义务人配偶或受抚养亲属有身心失能、无力自理生活，需长期照护之医材费、看护费、养护费、长期照护服务费，但有保险给付部分，不得扣除其费用凭证之认列查核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现行法原之四至之六改列为之五至之七。修正第三目之二，薪资所得特别扣除，就下列方式择一适用：括弧一，纳税义务人配偶或受抚养亲属之薪资所得，每人每年扣除额以20万元为限；括弧二，第十四条第一项第三类第一款，核实减除必要费用，其余均照现行法。委员林长佐等十七人拟具所得税法第五条之一第一项删除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等字，其余均照现行法。委员林长佐等十七人拟具所得税法第十四条修正第一项第三类各款：一、薪资所得之计算，已在职务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种薪资收入减除20万后之余额，或减除提供劳务直接相关且实质负担之必要费用之余额为所得；二、前款必要费用包含交通费、进修、训练费、制装费、邮电、手机费、交际费及其他费用，其适用范围及减除方式应减负之证明文件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现行法第二三款改列为第三四款后第三款首句，前项薪资包括修正为第一款薪资包括第一项第七类第一款句末增列一切费用后增列及财产交易损失后等字，增列第二款二前款财产交易损失每年度减除额度以不超过当年度申报之财产交易之所得为限，当年度无财产交易所得可知扣除或扣除不足者，得以以后三年度之财产交易所得减除之。现行法原第二三款一列至第三四款第四项据首修正为第一项第三类第一款规定之薪资收入定额减除金额及第九类规定之金额等字，其余均照现行法。委员林长佐等十七人拟具所得税法第十五条第二项第二款第一目句末删除及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第三款第一目句末修正仅得减除分开计算税额者，依第十七条规定计算之免税额，除去投资特别扣除额、身心障碍特别扣除额，其余均照现行法。委员林长佐等十七人所得税法第十七条第一项第二款第一目修正为括弧一标准扣除额每人全年以12万元为基准，纳税义务人按规定减除其本人、配偶及合于第一项第一款各目抚养亲属之标准扣除额，原现行法第二目之一之四删除，原之二之三改列为之一之二，原之五之六改列为之三之四，第三目之一之二删除，原之三至之六改列为之一至之四，修正之一句中除去投资特别扣除额全年扣除数额以10万元为限，
增列之五，灾害损失特别扣除额，纳税义务人、配偶或受抚养亲属遭受不可抗力之灾害损失，但受有保险赔偿或救济金部分不得扣除。增列之六，捐赠特别扣除，纳税义务人、配偶及受抚养亲属对于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机构或团体之捐赠总额，最高不超过综合所得总额20%为限，但有关国防烙军之捐赠及对政府之捐献不受金额之限制，除依照现行法，委员邱泰元等25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4条修正第一项第三类各款目。一、薪资所得之计算，以在职务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种薪资收入，减除第17条第一项第二款第三目之二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后之余额为所得额，余额为负数者，以零计算，但与提供劳务直接相关且由所得人负担之下列必要费用合计金额超过该扣除额者，得减负相关证明文件核实至薪资收入中减除该必要费用，以其余额为所得额。括弧一，职业专用服装费，职业所必须穿着之特殊服装或表演专用服装，其购置、租用、清洁及维护费用，每人每年减除金额以其从事该职业薪资收入总额之3%为限。括弧二，进修训练费，参加符合规定之机构开设职务上、工作上或依法令要求所需规特定技能或专业知识相关课程之训练费用，每人每年减除金额以其薪资收入总额之3%为限。括弧三，职业上工具支出，购置专攻职务上或工作上使用书籍、期刊及工作之支出，但其效能非2年内所能耗竭且支出超过一定金额者，应逐年摊提折旧或摊销费用，每人全年减除金额以其从事该职业薪资收入总额3%为限。四、职业责任保险费，投保职业所需职业责任保险之保险费，每人每年减除金额以其从事该职业薪资收入总额之3%为限。五、职业团体会费，加入职务上、工作上或依法要求所必须加入之职业团体之会费，每人每年减除金额以其从事该职业薪资收入总额之3%为限。二、依前款规定计算之薪资所得，依第15条规定计算税额及依第17条规定计算综合所得净额，不适用第17条第一项第二款第三目之二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之规定。三、第一款各目费用之适用范围、认列方式，应检具之证明文件；第二目符合规定之机构；第三目一定金额及摊提折旧或摊销费用方法、年限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将现行法第二款、第三款改列为第四款、第五款。第四款据首修正为第一款薪资收入包括薪金等，第五款据中薪资所得课税改为薪资收入课税。第一项第九类序文中有二处薪资所得均改为薪资收入，需照现行法通过。委员邱泰元等25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26条第一项据首末增圈年圈月圈日修正之条文，自108年1月1日施行。第三项据首修正本法中华民国107年2月7日修正公布之条文等，其余照现行法。委员许玉仁等16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4条修正第一项第二、第三类各款。一、薪资所得之计算，以在职务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种薪资收入，减除第17条第一项第二款第三目之二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之扣除额后之余额为所得额，余额为负数者，以零计算，但与提供劳务实质相关且由薪资所得者负担之成本及必要费用，其合计金额超过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者，薪资所得者得减负相关证明文件至薪资收入中核实减除该成本及必要费用，以其余额为所得额。二、依前款规定计算之薪资所得，于第15条规定计算税额及依第17条规定
计算综合所得净额时，不适用第十七条第一项第二款第三目之二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之规定。三、第一款但数之成本及必要费用其种类、适用范围、认列方式应检具之证明文件及其他相关办法由财政部定之。原现行法第二款一列至第四款，将前项修正为第一款。原现行法第三款一列为第五款，其余均照现行法通过。其余均照现行法。委员宽文的十九人，拟具所得税法第五条之一，删除第一项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等字，其余均照现行法。委员宽文的十九人，拟具所得税法第十四条，修正第一项第三类各款目一，薪资所得之计算，以在职务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种薪资收入，减除与提供劳务直接相关且由所得人负担之相应必要费用之余额为所得。关乎一通勤费，一般通勤者日常必要之通勤支出，每人每年减除金额以其薪资收入总额百分之五为限。二、职业专用服装费，职业所必须穿着之特殊服装或表演专用服装，其购置、租用、清洁及维护费用，每人每年减除金额以从事该职业薪资收入总额之百分之五为限。关乎三、进修训练费，参加符合规定之机构开设职务上、工作上或依法令要求所需特定技能或专业知识相关课程之训练费用，每人每全年减除金额以薪资收入总额之百分之五为限。四、关乎四、职业上工具支出，购置专攻职务上或工作上使用书籍、期刊及其工具之支出，但其效能非二年内所能耗竭且支出超过一定金额者，应逐年摊提折旧或摊销费用，每人每年减除金额以其从事该职业薪资收入总额之百分之五为限。二、未能依前款规定计算必要费用者，得减除200,000后之余额为所得，余额为负数者以零计算。三、第一款各目费用之适用范围、认列方式应检具之证明文件。第二目符合规定之机构。第三目一定金额之摊提折旧或摊销费用方法、年限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原现行法第二款一列至第四款，并将前项薪资修正为第一款薪资收入包括等。第三款一列至第五款，将具中所得课税修正为收入课税。第九类具中两处薪资所得均修正为薪资收入，其余照现行法。委员宽恒等十九人，拟具所得税法第十五条第二项第二款第一目句末及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第三款第一目句末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等文字删除，其余照现行法。委员宽恒等十九人，拟具所得税法第十七条删除第二款第三目之二，原现行法之三至之六一列至之二之五，其余照现行法。委员宽恒等十九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26条第一项去末增列缺年缺月缺日修正之条文，自108年1月1日施行。第三项据首修正为本法中华民国107年2月7日修正公布之条文等字，其余照现行法。行政院函请审议所得税法第十七条第一项第二款第三目现行法之六但书部分整并增订之七，长期照顾特别扣除至中华民国108年1月1日起，纳税义务人配偶或受抚养亲属为符合中央卫生福利主管机关公告需长期照顾之身心失能者，每人每年扣除120,000元。原第二项未修正，增订第三项。纳税义务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适用第一项第二款第三目之六幼儿学前特别扣除及之七长期照顾特别扣除之规定。第一款，
经减除幼儿学群特别扣除额及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后，纳税义务人或其配偶依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计算之税额适用税率在20%以上。第二款，二人纳税义务人依第十五条第五项规定选择就其申报户股利及盈余合计金额按28%税率分开计算应纳税额。第三款，纳税义务人依本依所得基本税额条例第十二条规定计算之基本所得额超过同条第十三条规定之扣除金额，其依照现行法。委员刘建国等20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增订第一项第二款第三目特别扣除额之期长期长照费用扣除额，纳税义务人配偶或受抚养亲属如经主管机关评估为长期照顾服务法第三条所规定身心失能需要长期照顾者，每人每年之扣除金额以12万元为限，但受有保险给付者不得扣除，其余照现行法。委员陈廷飞等21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增订第一项第二款第三目之七长期照护特别扣除额，纳税义务人配偶或受抚养亲属之长期照护服务费，每人每年扣除25000元，但纳税义务人配偶或受抚养亲属全年综合所得适用综合所得税适用税率在20%以上者，或依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计算之税额适用税率在20%以上者，不得扣除，其余照现行法。委员何新纯等18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增订第一项第二款第三目之七长期照护特别扣除，纳税义务人配偶或受抚养亲属如为需长期照护者，经指定之医疗机构诊断后发给需长期照护手册，其医疗费以外之照护费每人每年扣除30万元，但受有保险给付部分不得扣除，其余照现行法。委员徐志荣等21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增订第一项第二款第三目之七长期照护特别扣除，纳税义务人配偶或受抚养亲属如为需长期照护者，经指定之医疗机构诊断后发给需长期照护手册，缴付合法设立之长期照护服务机构或聘用个人看护者之长期照护费用，每人每年扣除12万元，但受我保险给付部分不得扣除，取依照现行法。本院亲民党团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增订第一项第二款第三目之七长期照护特别扣除，纳税义务人配偶或受抚养亲属凡经主管机关认定符合长期照顾服务法第三条之规定具长期照顾需求者，每人每年扣除30万元，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扣除，括弧一，经减除本特别扣除额后，纳税义务人全年综合所得税适用税率在20%以上，或依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计算之税额适用税率在20%以上。括弧二，纳税义务人依所得基本税额条例第十二条规定计算之基本所得额超过同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之扣除金额，取依照现行法。委员黄昭顺等18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增订第一项第二款第三目之七长照费用扣除额，纳税义务人配偶或受抚养亲属如经主管机关评估为长期照顾服务法第三条所规定身心失能需要长期照顾者，每人每年之扣除金额以20万元为限，其余照现行法。委员邱义莹等16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第一项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二款第三目之五之六纳税义务人之子女均修正为纳税义务人之直系卑亲属，
生定之期长期照护特别扣除，纳税义务人配偶或受抚养亲属如经指定之医疗机构诊断后为长期照顾服务法第三条所规定身心失能需要长期照顾者，其医药费以外之照护费每人每年之扣除金额以20万元为限，但受有保险给付部分不得扣除，其余照现行法。委员陈敬敏等17人拟具第17条所得税法第17条第一项第二款第三目之6但书删除修正并增订7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自中华民国108年1月1日起，纳税义务人配偶或受抚养亲属为经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定为身心失能需要长期照顾者，每人每年扣除12万元，增订第三项与一增订第三项三款都与行政院提案文字相同。现宣读委员余婉汝、参议员施义方等人所提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修正动议。第17条第一项至第14条之2及第一款但书皆已删除。第二款第一目一标准扣除额9万元。第一项第二款第三目之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去末增列或薪资所得之15%，两者孰高为限。之4身心障碍特别扣除额128000元。之6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25000元。第二项现行法已删除。委员提案第三项句末第一项第二款第二目修正为前项，其与现行法相同。宣读完毕。